眼前这只黄皮子为了讨风时不出意外，竟直接出国留学学了百年的外语，更为了不被人忽悠成言听计从的黑丝兽，还去打工多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。但不幸的是，他今天遇到了天生是老六的我。面对传说中黄大仙的讨风，我反手从怀中掏出了神光棒，并向他询问：“你相不相信光？”只因我拥有究极老六系统，每一次在目标身上收获怨种值都可兑换各种难一显性属性，不管是斗罗大陆海神唐三的三叉戟，还是迪迦奥特曼的神光变身器，甚至就连盘古大神的盘古斧皆可兑换。而此刻面前的黄皮子还在不断的向我询问：“老乡，你看我像人还是像妖？”同时还不停用眼神示意我看向脚边那个塑料袋子，里装满了纸，仿佛在说：“只要你回答。” 拿这一袋钱就是你的，我眼皮抽了一下，清了清嗓子。I see，我急中生智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我准备用英语来给黄皮子知道一下什么是智商碾压、啊。老乡，你莫不是想要用英语忽悠我？我好歹也是活了几百年的，我也曾出海留洋过。按照你们人类的说法，我英语至少有八级，而且我精通多国语言。黄皮子那一双绿油油的眼睛直直的看着我，我心里差点也没骂出来。黄皮子现在都那么牛了吗？还出国留学过，还精通多国语言？只要老乡帮我这个忙，钱都是你的，这些钱都是我打工来的，绝对合法，不用担心。而且我认识很多朋友，以后肯定能保你吃香喝辣的。黄皮子看我还在犹豫，当即拍了拍胸脯，满是一起开口，试图打消我内心的疑虑。我在心里。 疯狂的吐槽，在翻看了一下系统商城后，顿时有了主意。老乡，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，你能不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？毕竟我明天要交武道学院的作业。你是修炼了几百年的精怪，应该什么都会吧？我很是和蔼可亲的开口。听到我的话语有松动的意思，黄皮子紧张的内心松了一口气。没问题，本大仙我修炼了几百年，能有什么不足？他拍了拍胸口，很是自信的开口。圆周率有几位数？我微笑着开口。听闻此话，黄皮子愣愣的看着我。来自黄大仙的怨种直加六百六十六，接连的提示音传来，我的心里突然轻松了。 老乡，换一个。黄皮子的内心有点发虚，刚才他还那么自信，现在就被打脸了。行，刚好我也有别的不会。我点了点头。人类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话语落下，空气再一次寂静。老乡，再换一个。黄皮子有点不敢看我，他感觉自己的脸有点疼。俩字开头的成语有什么？我笑眯眯的开口，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窍门。尤其是那不断入账的怨种植和看起来极度吃瘪的黄皮，我心里好像吃了蜜一样甜。老乡，这个这个。黄皮子头上的冷汗不断落下。三个问题你都答不上来，那我干嘛要回答你？我还不如自己去想。我摊了摊手很，很是无奈的叹了口气，随即抬手就要将大门关上。老乡，你在玩我吧？就在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，黄皮子将一只 脚伸到门缝，绿油油的目光看向我，神情不善的开口：“是你自己答不上来的。”我耸了耸肩，此时的我内心丝毫没有了害怕。老乡，你问这问题谁都答不上吧？黄皮子很是无语。那好，那我在最后问你一个问题。我想了一下，然后笑眯眯的开口：“行，你问。不过别是那种黑人的问题。”黄皮子狐疑的看了我一眼，放心，我这个问题很正常。我很是诚恳道：“你相信光吗？”听到这话，黄皮子愣了一下，这是什么问题？哪家武道学院会安排这个作业？老乡，你逗我吧？你在侮辱一个修炼了六百年黄大仙的智商！见状，我摇了摇头，我是很诚心的在问你。听到这句话，再看着我那一脸诚挚的表情和真诚的目光，黄皮子的内心动摇了。那本大仙就郑重的回答。 这个世界是没有奥特曼的。黄皮子很是认真的开口，他觉得他有必要用他那几百年的见识来拯救这个少女。你错了，这个世界是存在奥特曼的。我很认真的，不可能。黄皮子很是坚定的摇了摇头，甚至还嗤笑了一下。本大仙我修炼了几百年，会连这个都不清楚？要是这个世界有奥特曼，你倒是证明给我看看。黄皮子的声音越来越高。好，你说的。我叹了一口气，装模作样的将手放进口袋里翻了翻。系统，兑换一个神光棒要多少怨种族？我心里朝着系统问道。神光棒，变身光之巨人的必要道具。兑换需要五百万怨种族。 系统很是干脆的将神光棒的信息展现出来，那有没有假的？把这黄皮子打发了就行。看到所需要的怨种值，我直接拒绝。神光棒假，比路边摊的神光棒逼真了很多。兑换需要四千怨种值。看到这句话，我的内心松了一口气。老乡，快点证明给我看！他见我还在掏口袋，一脸好笑的催促道，快给我证明这个世界有奥特曼！黄皮子继续催促着，下一刻他就看到一只神光棒被我握在手上，他的瞳孔瞬间一震，开什么玩笑？这神光棒做的这么逼真，材质那么好，难道这世上真的有奥特曼？不，世上怎么可能真的有奥特曼？黄皮子内心坚决的摇了摇头。老乡，你就忽悠我吧，说吧，这么好的做工在哪家店买的？我怎么会忽悠你呢？你看啊。 你作为一个成了精的黄皮子，出过洋流过血，那我会变身奥特曼也很合理吧？我笑眯眯的开口，听到这话，黄皮子又是一愣，好像有点道理。这个世界妖魔鬼怪那么多，还是一个端午世界，他自己就是一只活了数百年的黄鼠，那这个人类会变身奥特曼好像也不是不可能。要不你赌一赌，看我会不会变身奥特曼？看黄皮子的眼睛一眨一眨，似乎在犹豫。我慢吞吞的开口道：“赌一赌。”黄皮子愣了一下，他修炼了几百年，又是拼命打工挣钱，又是出洋流血，为的什么？还不是为了能在这一天向人类讨封，彻底功德圆满？毕竟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同类被人用英语忽悠错过了讨封时间，或者死活不回答虽然后面那个人凉了，但失去的道。 却是怎么都弥补不回来。可如果一，万一这人类真的能变成奥特曼怎么办？修炼了数百年的黄皮子能够打得过奥特曼吗？要是打不过的话，自己不是就这么凉了？犹豫了良久，最终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，黄皮子直接选择了开溜。这片神奇的黑土地上向来有很多传说，其中最出名的那便是东北五大仙：胡、黄、白、柳、灰。估计不用说，所有人也都知道。但实际上，东北可不光是五仙，并且五仙和神话小说中也有很大的不同。五道沟，这是一处偏僻的小镇。 家家户户日子过得还算富裕，小镇靠着林子，木材厂很多，养活了大部分镇民。寒冬腊月的夜里，西北风呼呼的吹。张铁柱穿了件打着补丁的绿棉袄，手里拿着个酒瓶子，栽栽愣愣地奔家走去，好几次险些摔倒在地上。今儿老百姓，咱真呀真高兴，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，带走我的泪。哥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边走，张铁柱嘴里还边哼唧着各种跑调难听的小曲。今天是他二十四岁的生日。 出去和几个好哥们喝到了后半夜才肯回家。张铁柱，外号张大胆，因为这人从小胆子就特别大。此人正直、勇敢、勤劳、阳光、好学、勇敢，这些词里他只占了一样——勇敢。虽然没做过大奸大恶之事，但好事几乎也没怎么做过。不过他为人仗义，所以朋友很多。夜里路面上都是积雪，路灯昏暗，但在月光的照耀下却一点也不黑。三天前。 张铁柱做了一个怪梦，梦里，一只没尾巴的尖嘴黄皮子对他说，在他生日这天会来找他，要借他的金口玉牙讨喜，了结两人当年的恩怨。并且在梦里，那没尾巴的黄皮子对他还十分不放心，叮嘱了张铁柱好几遍，甚至还演练了好几场。梦里，张铁柱就像是明星彩排那样，一遍遍进行着枯燥乏味的事。他记得很清楚，期间稍有差池，过程错了，那黄皮子就拿个黄鞭子抽他。张铁柱翻脸好几次。 可是，在梦里对黄皮子无可奈何，只能被打。张铁柱不服气，问黄皮子凭啥那么折磨他？但黄皮子只回一句话：“问你爷爷的。”黄皮子千叮万嘱，告诉张铁柱三天后千万别出了差错。张铁柱鬼使神差，在梦里也都一一应下。梦做完，张铁柱人就醒了，并且胳膊疼、腿疼，感觉像是前一天跑了田径万米似的，浑身都快散架了。那没尾巴的黄皮子在梦里说的话，张铁柱记得格外的清晰，在脑袋里挥之不去。但在梦里排练的是。 很邪门，张铁柱竟然忘了，只记得被打了。张铁柱十分纳闷，自己好端端怎么会做怪梦？但他又没当真，毕竟梦吗？谁没做过呀？管特么的！五道沟小镇不穷，但张铁柱家很穷，他独自住在镇子南山头的老旧平房。张铁柱迷迷糊糊，经过两个胡同拐口，还有半条街的距离就能到家了。生日高兴，张铁柱脸上挂着笑，喝得迷迷糊糊，打算回家烧了炕，舒舒服服睡一觉，美美的。 忽然间，张铁柱前方不远的柴堆下冒出一团黄亮亮的东西喽，会走的金子。张铁柱打了个酒嗝，停下脚步，揉了揉眼，露出贪婪的目光，比偷看女人洗澡时眼睛还亮。听见张铁柱的话，那团黄亮亮的东西突然一颤，然后慢慢停下。他缓缓地抬起头，看向张铁柱。张铁柱也愣住了，因为这玩意不是金子，而是一只没尾巴的黄皮子。这只黄皮子正一脸惊愕的看着自己，而且那惊愕的表情比人还像人。 张铁柱迷迷糊糊的，他和面前的黄皮子大眼对小眼，四目对上了。张铁柱又揉了揉眼睛，露出吃惊之色，因为他发现这只黄皮子似乎像是几天前梦里拿鞭子抽他的那只。这只黄皮子体型不大，比老鼠大一圈，比猫小一圈。张铁柱能认出他来，完全是对方很有特征，因为他没尾巴。黄皮子俗称黄鼠狼，学名黄鼬，一条大长尾巴基本就占了一半身子了。 在东北，关于黄皮子的传说很多，不少人家供奉的保家仙其中就有黄皮子，不少人也尊称黄皮子为黄仙。关于黄皮子的成语也很多，比如“黄鼠狼给鸡拜年，黄鼠狼下崽，一窝不如一窝”。正常来说，生活在东北的人是很信这些的。就算不信，小时候家里的老人也会嘱咐，告诉子孙后辈，遇见了黄仙千万不能得罪。张铁柱记得他爷爷就嘱咐过他，可惜了，张铁柱从来不听家里的话，也不信鬼神这套，没办法。 他胆大，那黄皮子最初一脸惊愕，然后开始呲牙，一脸的怒容。半晌后，张铁柱见到那黄皮子脑袋上冒烟了，没错，就是烟。咦？张铁柱没害怕，反而揉了揉眼睛。黄皮子还会冒烟？神了！你什么？你？老子几天前告诉你的过程，你还记得不？那没尾巴的黄皮子呲牙说道，然后他站了起来，跟人似的在那跺脚。他说话了，如果换个正常人。 一只黄皮子在你面前口吐人言，肯定会吃惊不已，惊呼出声。迷信点的也许会下跪叫声“黄大仙”，如果胆小一些的，没准直接被吓昏过去。但本就大胆的张铁柱，借着酒精的他几乎进入了无敌状态。过程，张铁柱挠了挠头，愣了下，回想起在梦里被打的遭遇。你打过我？没尾巴的黄皮子傻眼了，彻底傻眼了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怎么办？这个瘪犊子！ 竟然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喝高了，黄皮子懵了。今儿是他讨封的大日子，如果出了事，那就得再休一家子。张铁柱见黄皮子愣住，他上下打量着对方，越看越像。没错，这就是梦里拿鞭子抽他那只黄皮子。张铁柱神色开始不善，微微活动了下脖子，将手中的酒瓶子往地上一摔，啪！黄皮子被吓得一激灵，猛然回过神来，他惊愕的看向张铁柱，就见对方撸起袖口要动手了。张铁柱，你，你别闹，你好好想想。 清醒点。第二章，相信科学。张铁柱是什么脾气？这没尾巴的黄皮子再熟悉不过了。他之所以没尾巴，就是张铁柱干的。用东北的老话讲，这孩子打小就虎。张铁柱借着酒劲揍他一顿，甚至给他弄死了，这种事，对方绝对能干出来。黄仙讨封这一日是最特殊的，因为修炼多年的道痕会被封印，一点本事也没有，就是个普通的黄皮子，只能口吐人言而已。没尾巴的黄仙慌了，他连忙摆手说道：“张铁柱，你冷静点。” 冷静啊！妈的，老天待我不薄，今天生日把仇人送我面前来了。小皮子，你看我揍不揍你就完了！张铁柱栽,栽栽愣愣就扑了上去，这家伙穿的厚，冬天扑雪地里啥事都没有。嗖、so,，黄皮子眼尖，撒腿窜了出去。如果被张铁柱大体格子压住，他这小身板今天算是废了。张铁柱，我操你奶奶个腿！你冷静点！没尾巴的黄皮子急得跳脚。哟呵，还挺灵活的。张铁柱栽愣的站了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雪。 看向黄皮子，你有种别跑，和老子单挑！单挑！黄皮子嘴都气歪了，单，我单你祖宗！还敢骂我，找打！张铁柱又扑了上去。人在喝醉之后，战斗力负百分之五十，灵敏度负百分之六十，防御力正百分之二百。这句话绝对没错。这一刻的张铁柱就是，无论怎么摔，他就是不觉得疼，而且越摔越勇，百折不挠。黄皮子急得跺脚，他边躲闪边看了眼天上的月亮。 黄鼠狼讨封也是需要看时辰的，现在距离子时结束还有二十分钟，一旦子时过去了，那他的讨封就算是结束了。到时候哪怕张铁柱配合也迟了。子时是午夜十一点到凌晨一点，按现代历过了午夜十二点算第二天，但按照我国古时的算法，午夜十一点便是进入了子时，等于进入了第二天。张铁柱，你冷静点，这是你爷爷当初替你答应我的，答应你奶奶的腿，敢拿鞭子抽你，柱爷，我今儿就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那样红。 我操你奶奶个腿！现在的张铁柱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满脑子想的就是出气。黄皮子也是急疯了，拿张铁柱一点办法也没有。眼看着时间推移，子时就要过去，黄皮子决定冒险一试，成与不成也得赌一赌。张铁柱，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？黄皮子边跑，嘴里还一边大喊着：“嗯！”张铁柱突然停下，他脸色涨红，挠了挠头，忽然眼前一亮对，对我想起来了。张铁柱双手一拍，记起了梦里。 黄仙和他彩排的过程了，梦里就是在路上，一人一匹偶然遇见，黄皮子背负双手仰视着自己，然后自己低头献媚，连连夸赞。黄皮子问自己是像人还是像神，自己说对方像神，还要大肆夸赞黄皮子一番，稍微夸赞的难听了，黄皮子上去就是鸡鞭子。没错，梦就是这样。你你想起来了？快快回答我！黄皮子心跳加速，迫不及待地问道。他原本就是想试试看。 赌张铁柱能想起来，或者对方顺嘴说句像神，那他这次讨封也算是能勉强完成。呵呵呵，你像你奶奶个腿！你你，张铁柱不张哥张爷，您别闹，求你了！黄皮子慌了，一甲子那可是六十年啊！张铁柱的一句话就决定了他六十年是不是白修了。黄皮子很清楚，张铁柱现在肯定记起了梦里的内容。现在只要对方说句像神，那他就能道横大增。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问我？ 像人还是像神？张铁柱冷笑道：“呵呵呵，老子告诉你，这年头要相信科学，相信科学。”黄皮子傻眼了。对，就是相信科学。皮子，你懂不？现在干啥都得有文化，不然只能像我这样，处处被人瞧不起。借着酒劲，张铁柱话锋突然一转，他暂时将火忘了，开始和黄仙诉说起了自己的心事。皮子，这年头没文化可以说是寸步难行。我就学习不好，所以没考上高中。哎。 以前的班花现在都上大学了，前阵子还带回个城里的对象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我的初恋啊！说到这里，张铁柱竟然哭了。张铁柱在外人面前十分的坚强，谁见过他哭？现在借着酒精回忆起了伤心事，他是哭了，但黄皮子更想哭。张哥，我知道你闹心，来，你先回答我是像人还是像神，咱别闹这件事完了，我陪你好好喝点。黄皮子连忙说道，一脸的羡慕之色。距离子时过去还有五分钟，唉，皮子啊！ 我刚刚说的，你怎么还没懂？像人像神，哥重要吗？张铁柱说着说着，还顺便打了个酒嗝。重重要，张哥，你就说句像神，我回头肯定报答你。黄皮子急忙道。报答？张铁柱乐了，这家伙刚才跑的也累了，直接一屁股坐雪堆里了。皮子，你不好好学习，以后拿什么报答我？张铁柱借着酒劲，迷迷糊糊给自己带入到长辈的角色了。所谓的九品差，指的就是他这种人了。以前黄皮子肯定没体会过。 但这次，他深有体会。大哥，我是黄仙，我不用上学。黄皮子眼眶里有泪水打转。距离子时过去还有两分钟。屁，你就是个没尾巴的小黄皮子了。张铁柱嗤笑道，还用手指了指黄皮子屁股。张哥，您就行行好，说我去向神吧。黄皮子都快崩溃了，这犊子到底喝了多少？皮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刚刚说了那么多，难道你都没听进去？张铁柱叹息一声，摇了摇头。相信科学，你一定要相信科学啊！ 第三章讨风失败，黄皮子愣在原地，彻底傻眼了。他呆若木鸡的看向了明月。此时过去了，这次的讨风结束了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张铁柱见黄皮子发呆，他愣了愣，问道：“怎么？你被我打动了？大打动你祖宗？”黄皮子两只眼珠子通红，他身上冒出一股绿色的气体。咦，又冒烟了。张铁柱一愣，不过这次的烟和刚刚冒出的烟不同。 刚刚黄皮子冒的烟和烟筒冒出的烟似的，但这次冒出的烟却是绿色的。而且，张铁柱突然感觉附近更冷了，他猛地打了个激愣。没尾巴的黄皮子龇牙，他的道行已经渐渐恢复，解开了封印。你你逗我做什么？张铁柱感觉这黄皮子变凶了。老子告诉你，相信科学，好好学习也是为了你好。张铁柱被这股莫名的冷意冻得有些醒酒了。呵呵呵，为了我好，我谢你十八代祖宗。黄皮子跳脚，一步步靠近张铁柱。 并且他的体型越来越大，张铁柱傻眼了。这黄皮子走一步，他就大一圈。第一步和猫那么大，第二步跟泰迪狗那么大，第三步就成土狗那么大了。哇、哦！卧槽！张铁柱受到刺激，酒精一下就下去了大半。其实和他刚刚追着黄皮子打，运动了一阵有关，酒精从汗水里蒸发出去不少。你，你，张铁柱是个无神论者，但这变得跟土狗那么大的黄皮子也太吓人了吧？啪，张铁柱给了自己一巴掌。 感觉到疼，不是做梦，这是真黄皮子。小兔崽子，打小你就不是个好东西。小时候用铁锹砍了我尾巴，之后我见你小饶了你。这次见你金口玉牙讨喜气的因果，我还许诺了要报答你。结果你告诉我相信科学。没尾巴的黄皮子眼珠子在冒绿光，并且嘴巴里还长出了尖锐的獠牙。咕咚！张铁柱狠狠咽,咽了口口水，妈的，见鬼了！不对，冲撞黄仙了。而且他刚刚都做了什么？ 张铁柱越来越清醒，越来越害怕。哪怕他胆再大，这一刻也怂了。原本巴掌大的黄皮子，结果变成土狗那么大。小子，你你，鬼呀、啊！黄皮子，张铁柱撒腿就跑，头也不敢回一下。你奶奶个腿，这事完不了！黄皮子气得跺脚，怒目瞪着张铁柱离开的方向。张铁柱头也不敢回，跑到自家院门外，手慌乱的拿出钥匙打开门锁。妈的，妈的！张铁柱嘴里骂骂咧咧。 原本生日是个高兴的日子，结果他回家的路上竟然撞鬼了，不是撞到仙了。进了院门，张铁柱赶紧从里面将院门锁上。在小镇里住平房，家家户户都会有小院。张铁柱住的这所平房院子大概有五十多平，算是正常大小。跑回屋内，张铁柱将屋门立马锁上，但他还是不放心，立马跑去打电话报警。张铁柱没手机，不过家里却有个老式的座机。嘟嘟嘟，喂，是是警察叔叔吗？我。 我叫张铁柱，我报警，我报警啊！发生大事了，快点派人来救我！我在南山屯，我冷静不了，我见鬼了！不，不是鬼，是只黄皮子，老大了，他要弄死我！我没疯，酒我喝了，但我肯定没多。喂喂，别挂呀！电话那边，警局的人直接将张铁柱定义成了精神病。大半夜的，说自己见鬼了，张铁柱都快崩溃了。那边电话挂了，他又不服气，又打了一遍，但结果。 那边直接给了他警告，告诉他如果再捣乱，就要给他抓起来，告他占用公共资源。张铁柱都快哭了呀！咋办？咋办？张铁柱一点也不放心。他回家后还没烧炕，也没点炉子，屋子里温度很低。但张铁柱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。哒哒哒，这时屋外传来了脚步声，这声音十分响，而且现在是雪天，就算走路发出声音，也绝对不会这么响。张铁柱壮着胆子走到窗边，看向外面，就见那只没尾巴的黄皮子。 正站在帐子上，眼睛绿油油的，龇牙望着他呢。这种小镇平房，家家户户都用木帐子隔开，结果这黄皮子直接站在上面了，这还得了？这黄皮子现在比狼都吓人。但张铁柱毕竟胆量高于常人，借着点残留的酒劲，他狠狠一咬牙，从厨房里拿出一把杀猪刀。妈的！张铁柱握紧了杀猪刀，就守在门口。如果那黄皮子敢进来，他就拿刀和他拼了。人被逼到极限，总是会做出让人难以理解的事，就比如。 现在的张铁柱，张家小子，你欠下我恩，我饶你一次。这次找你求果，结果你还追着我打，这件事完不了。站在帐子上的黄皮子张嘴说道，他眼睛绿油油的，身上还冒着绿气。张铁柱根本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，就记得对方前几天在梦里给他揍了。张铁柱怒气上头，五道沟里出名的驴毛蛋子可不是浪得虚名。张铁柱拿着杀猪刀推门冲了出去，指着帐子上的黄皮子怒道：“我和你有什么仇？你说的那些我都不记得。” 你要敢惹我，我就给你剁了！呵呵呵，剁了我！黄皮子脸上露出讥讽和愤怒的冷笑。好，好，好，小兔崽子，你从小混，长大了更混。你有空问问你爷爷。记住了，这件事咱玩不了。说罢，黄皮子转身跳下了帐子。你，你，把话说清楚啊！张铁柱还想问点什么，但黄皮子已经没影了。第四章，黄仙的报复，张铁柱就纳闷了，自己招谁惹谁了？ 难道是小时候偷看寡妇洗澡遭了报应，平白无故招惹了只黄皮子？不过他说让自己问我爷爷，似乎老头子知道点什么。晦气！张铁柱狠狠一咬牙，转身回了屋里。他脑袋还很疼，迷迷糊糊的。刚刚是发火状态，什么都不怕。不过现在不行了，火气下去，当即又怂了。感觉心里在打鼓。虽然张铁柱之前二十四年没遇见过什么诡异事件，但听说的并不少。黄皮子这种东西，在东北仙家里属于最难缠的。 张铁柱回炕头躺着，手里拿着杀猪刀。他不敢让自己睡去，害怕那黄皮子来找自己报复。但渐渐的，张铁柱感觉四周变了，他家里开始扭曲，出现一层淡淡的绿气。这这！张铁柱一屁股坐了起来，拿着杀猪刀的手在抖。妈的，黄皮子是不是你？出来，老子不怕你！张铁柱咬牙道：“输人不输阵，气势绝对不能怂。这点是张铁柱从小就知道的道理。他打架无数。” 哪怕自己一伙人手，但也绝对不能输了气势。呵呵呵，一阵冷笑声传出，张铁柱的房间门被撞开，那只没尾巴的黄皮子龇牙咧嘴就进来了，四周还在扭曲。张铁柱心里害怕极了，但不能怂。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张铁柱将杀猪刀对着身前举起，如果这黄皮子冲过去，他上去就是一刀。当然，有用没用，张铁柱也不知道。怎样？黄皮子龇牙怒道：“缠着你，让你以后没好日子过。” 你到哪我就跟到哪，你，你太恶毒了！张铁柱咬牙道。黄皮子墨人可是出了名的，虽然他没亲眼见过，但还是听说过一些的。我恶毒！我操你祖宗！我恶毒！我要是恶毒，早就弄死你了！你个瘪犊子！黄皮子对张铁柱一番劈头盖脸的怒骂。张铁柱就纳闷了，自己和这黄皮子到底有什么仇？为什么自从见了面，这黄皮子就一直说自己欠了他的？你，你能不能说清楚？ 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张铁柱追问。问你爷爷的吧！黄皮子呲牙，直接扑向了张铁柱。啊！张铁柱吓得大吼一声，手中的杀猪刀直接刺了过去。呼呼！张铁柱猛地睁开眼，他正躺在床上，手里拿着杀猪刀刺在了自己的左腿上。这、这……啊！张铁柱疼得大吼一声，急忙将裤子脱了，看了下大腿上的伤口，血流的挺多，但并不严重。冬天穿的厚，并且回家后张铁柱一直没脱裤子。 里面还有件棉裤挡着，妈的，幻觉！张铁柱骂骂咧咧，拿出碘伏消毒，然后给左腿进行了简单的包扎。黄皮子会迷人，张铁柱以前就听说过，那会他就觉得是个笑话，但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厉害。张铁柱止住血，看了眼时间，现在才到凌晨两点半。现在弄的，张铁柱也不敢睡了。这家伙心里怒啊！过生日原本开开心心的，结果竟然碰见了这种破事。张铁柱越心思越生气，杀猪刀就放旁边。 如果现在那黄皮子敢冒头，他肯定过去拼命。张铁柱很困，但他现在根本不敢睡，还得时刻警惕着。刚刚那刀势插在他大腿上，如果是插在他肚子上呢？那不完了！张铁柱已经决定，等到天亮了就去找个大仙看看。这一夜平静，之后没有任何异样。张铁柱硬生生熬到了天亮，他气啊！屋子里死冷，他没去抱柴点炕，硬生生冻了一夜，还有点感冒了。他换了条棉裤，之前那条带血了，还多了个洞，肯定不能穿了。 穿完之后，张铁柱就出门了。他要去找王大仙，想办法化解这件事。其实，按照那黄皮子的说法，他感觉该先去找他爷爷的。似乎他爷爷知道点什么，但他爷爷住山上的农场里，太远了。现在张铁柱心急。东北腊月天的清晨是最冷的，用冻死狗来形容也不为过。张铁柱走路一瘸一拐。他家住南山，老王头住北山。走了半个多小时，他终于到了王大仙家的院外。这王大仙在镇子上很有名气，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。 之前张铁柱也来算过命，但因为说的太难听，算到一半就张铁柱撂挑子走了。咚咚咚咚咚，开门！老王头，开门！张铁柱扯着嗓子开喊，这家伙心急啊，根本不在乎什么扰民。谁啊？谁啊？一大清早的，老王头骂骂咧咧的，身上披了件棉袄就出来了。我、哦，你开门！张铁柱见到王大仙，顿时敲得更狠了。张大胆，王大师一愣，走到院门口，没急着给他开门。 而是隔着院门问道：“你来干啥？”“救命！救命啊！老王头啊！呸！王大师，我被一只黄皮子缠住了。”张铁柱急忙说道。老王头两鬓灰白，不过保养不错，不像六十多岁的样子。他上下打量着张铁柱，想不到啊，这张铁柱也有这么害怕的时候。要说五道沟谁最驴马蛋子，张铁柱绝对排得上三甲之列。老王，呸！王大师，你先放我进去啊！张铁柱背后叫老王头都习惯了，现在有事求人家。 一时间根本改不过来口，老王头额头浮现几条黑线，帮不了，找别人吧。说罢，老王头扭头就走，回了屋子，不愿意搭理张铁柱。老王头，王大师，你你别走啊！草！张铁柱急了，这老王头不管他。五道沟是还有几个大仙，但据说实力都不如老王头。咚咚咚，张铁柱继续砸门，但老王头就是不开。张铁柱可不是什么好脾气，撒起魂来那就不是个人。老王头，你不给我开门？ 老子今天把你家门砸了！张铁柱从雪堆里抠出两块破砖头，过去就开始砸门。这家伙绝对是说到做到的主。没两下子，老王头院门就摇摇晃晃的。别砸，别砸，我怕了你了！别砸呀！老王头急忙从屋子里又跑了出来，唉声叹气，一脸愁色。怎么把这混蛋招来了？第五章老王头。吱！老王头将院门打开，将张铁柱放了进去。见老王头开了门，张铁柱将手中的砖头随手一扔，这就对了吗？ 张铁柱换了一副笑脸，你个瘪犊子玩意！老王头气得直跺脚，这种缠人的混蛋最可气了，但偏偏他还无可奈何。老王，啊呸，王大师，我可靠您了。张铁柱十分自来熟，拉着老王头急忙往屋子走去。你你慢点，让我先关院子门。进到屋里，张铁柱将棉袄脱掉，打了个冷激冷，好冷啊！还是老头，呸，王大师你家暖和。东北人都清楚，刚挨冻进屋。 第一件事肯定是脱了外衣，那样暖和的才快。老王头就自己住，生活的还算滋润，条件肯定比张铁柱家强得多。他瞪了眼张铁柱，没好气的说道：“你如果要叫王老头，那你就直接叫。你老呸那一声是啥意思？忘了忘了，习惯了，别在意那些细节。你赶紧帮我看看老王头。”张铁柱摆摆手说道：“老王头叹息一声，这个武道勾出了名的魂球，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行吧，你跟我来。”老王头叹了口气，领着张铁住进了里屋。 老王头家很大，好几间屋子。之前张铁柱来过一趟，知道他有一间屋子里专门供奉了神像和堂口。果然，老王头将张铁柱带到了供奉堂口的屋子里。堂口是一张大红布，上面写着各种名字，有胡家、黄家、常家、莽家等，这些就是传说中的仙家了。凡是供奉了的，都会将名字写在上面。老王头家里供奉了好几尊神像，但张铁柱根本不认识。这里也属于老王头的办公室，还有一套办公桌、几张椅子。进了这里后，老王头拿出一把草箱。 走到堂口前，点燃，然后插进了香炉里。张铁柱留意了，他并不是一把插进去的，而是分开插的，每一撮三根，一共插了四撮，十二根满堂香。插完香后，就听老王头嘴里嘀嘀咕咕说一些他听不懂的话，有些像外语，但又不是叽里咕噜的。如果是平时，张铁柱肯定直接就问老王头嘴里嘟囔的是什么，但今天他十分安静，不敢打扰到王大师，他大腿还疼着呢。王大师念叨完后，走了回来。 坐在了他看视的位置上，凝视张铁柱。咦，老王头突然诧异了下，怎么了？张铁柱急忙追问。王老头双眼一眯，但张铁柱发现他看的并不是自己，而是他的身后。张铁柱突然感觉有些怕，默默回头，但却什么也没看见。老王头，你别吓我！老王头瞥了张铁柱一眼，没吭声，而是起身又拿出一根香，点燃之后插在了香炉的旁边。老王头，你干啥呢？说话呀！张铁柱有些急了。 他怀疑这老王头是不是故意在整他？别嚷嚷了，你急什么？你后面跟了只黄仙，按规矩进了家门就得给根香火供奉。老王头没好气的说道：“跟了只黄仙？”张铁柱一怔，而后呆呆的问道：“是不是没尾巴的？”“对。”“你咋知道？你能看见？”老王头诧异的打量起了张铁柱。“妈的！确定是那只没尾巴的黄皮子？”张铁柱顿时就急了，自己刺了大腿一刀，就是被这黄皮子坑的。张铁柱一拍桌子站了起来。 直接大吼：“滚出来！偷偷摸摸的算什么好汉？有种和老子单挑！”张铁柱火力旺，一宿没睡，依然很有精神头。你你疯了！老王头被他吓了一跳，这瘪犊子是来砸场子的。张铁柱咬牙，东看看西看看，但他什么也看不见。然后他问老王头：“那黄皮子呢？”王老头愣了下，然后看向张铁柱身后：“他他对你呲牙呢。”张铁柱这种敌在暗我，在明的感觉很难受。 张铁柱气愤不已，但他很清楚，这黄皮子不现身，自己拿他没有半点办法。妈的，黄皮子，有种你出来，看老王头打不打死你！老王头，我我没说。老王头急了，这瘪犊子什么屎盆子都往他脑袋上扣啊！忽，忽然，房间震动了下，四周的椅子、桌子开始颤了起来，像是地震了那样。嗯，地震。张铁柱一愣，东北可是很少会地震的，起码张铁柱活了二十四年，就从没遇见过。大仙息怒。 大仙息怒啊！老王头却是急忙大喊，这老家伙急得不行，又气又怨的。渐渐的，震动没了。张铁柱知道肯定是那只黄皮子搞的鬼，他心里也有些胆颤。这黄皮子道行这么高吗？都能弄出地震来？老王头，你你能搞定不？张铁柱没敢继续叫嚣，而是小声问道。但他发现老王头脸色铁青，像是吃了死老鼠那般难看。你先老实会行不？算我求你了，张大胆啊！ 你就长点心吧。老王头一脸无奈道：“干他们这行的，什么人都会见到。有人敬畏鬼神，进到他这供奉堂口的屋子里，甚至连大喘气都不敢；有些人胆大，无所畏惧。但像张铁柱这么生性的，老王头还是第一次碰见。不，第二次，上次张铁柱也这个德行。卦块算完了，张铁柱人跑了，也没给钱。张铁柱也老实点了，他坐下不吭声。说吧，都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老王头叹了口气，问道。 老王头，我昨天晚上喝酒喝多了回家，然后碰见只黄皮子，他还会说话，我就动手揍他，然后他就跑，还跑得挺快。第六章，挑个好坟吧。他最后不跑了，问我他像人还是像神。张铁柱将前面的过程简单诉说了一遍，听得老王头是脸色变了又变。他觉得张铁柱的排名可以升升级了。五道沟前三甲的驴马担子不够，他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呀、啊。路上见到会说话的黄仙，这家伙敢追着人打，他他问你像人像神。 那是借你嘴讨封呢，老王头无奈道：“这是好事才对。如果讨封成了，他心情好了，日后还会报答你也说不定。而且，如果他问你他像人还是像动物的话，证明道行还不够；道行深一些的会直接问你像人还是像仙，而问你像人还是像神，证明他道行很高了。”听见老王头的讲述，张铁柱脸色更黑了。那黄皮子道行高，倒霉的不就是他吗？老王头，你有啥办法对付他不？张铁柱急忙问道。 你先告诉我，你怎么回答他的？一般这种事，就算你不回答，他也不会那么记恨你才对。他现在都想弄死你。老王头说道，还瞅了瞅张铁柱的身后。我，我就告诉他要好好学习，热爱科学。张铁柱讪讪道，感觉后背有点冷，似乎有人在背后对他吹着冷气。如果他早知道事情会闹这样，他怎么会得罪这黄仙？你人才啊！老王头也不知道怎么说张铁柱了，实在是被他给弄无语了。一般人谁能想出这种回答来？ 老王头，你别啰嗦了，告诉我咋办啊！张铁柱急忙道。他感觉身后阴风阵阵的，像是被什么野兽盯住了一样。但他很清楚，这屋子里就他和老王头两人。老王头无奈的摇摇头：“我试试看，先看看情况吧。叫我家老先生来。你小子记得嘴上留的，别乱说话。”老王头郑重强调：“别人的话他不担心，主要这张铁柱太生性了。行”“行行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你还不了解吗？”张铁柱连忙应下。老王头叹了口气。 闭上眼睛，身体开始摇摇晃晃，他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大，并且眼睛还开始流泪，连连打上了哈气。这个过程叫请仙，东北供奉仙家上身看事时都会这样，只不过体征和反应因人而异，也分来的仙家是谁。之前张铁柱听哥们刘黑子说过，他见过诛仙上身的第一件事就干了两碗泔水。得知这件事后，张铁柱可乐坏了，他还打去刘黑子算卦的话，一定得去找那位大师，人家一定是真的。正常人为了骗财。 谁会干两碗泔水？张铁柱心里颤颤的。如果是之前，他根本不会害怕这种事，但现在他有点没底。砰砰！老王头忽然两只手拍在了桌子上，然后抬头瞅向张铁柱，他的眼睛是闭着的，没有睁开。哈拉气，来一点哈拉气！老王头的动静变了，是一个阴柔老太太的声音，嗓调很高的那种。哈拉气，那是啥？老仙，你哈拉气是啥呀？张铁柱急忙问道。他知道老王头现在是被附体了，对方说的是行里黑话。 但哈拉气是啥？他一点也不懂啊！你、你、酒、白酒，附体着老王头的老仙气的不行，用手指向了桌上的一瓶老白干，在老白干前还有一个小酒杯。哦，哦，张铁柱急忙应下，然后打开老白干的瓶盖，就递给了老王头。老仙，您请喝。张铁柱现在可是客气的不行。附体老王头的老仙接过老白干，五百毫升的老白干，刚一打开口，张铁柱都闻到酒味了。结果。 咕咚咕咚，附体老王头的老仙直接干了一口，喝没了。张铁柱看傻眼了，这也行，海量啊啊！好哈拉气，好哈拉气。被附体老王头放下酒瓶子，连连夸赞，说这是好酒。那个老仙，你能帮我算了吧？张铁柱小声问道。杠子，我要杠子，杠子，杠子又是啥？张铁柱无奈道，这老仙的要求也太多了点吧？草卷，草卷，草卷。 烟，<Yeah. S 2> 张铁柱心里冒出这么个念头。老王头桌子上也有一盒烟，他急忙打开，从里面拿出一根递给老王头。被附体的老王头接过了烟，然后张铁柱小心翼翼的拿火帮忙点着。正常情况下，伺候老仙的这个工作是由二神来的，也叫帮兵。但张铁柱来的太早，而且又太急了，老王头来不及叫二神。正常递草卷都是需要点着了才能递上去的，但附体着老王头的老仙也没挑理，他也看出来了。 张铁柱啥也不懂，叭叭！附体着老王头的老仙没两下就将一根香烟给抽干了。张铁柱看得真真的，两口一根烟就没了，牛逼！老仙，我我这是？张铁柱小声问道，态度恭敬的像是个三孙子似的。你的事我都清楚了，你这个混蛋玩意得罪了黄家仙，人家现在缠着你，不肯放过你，要报复你。被附体的老王头嘴里发出尖锐刺耳老太太的声音。这我知道，那咋办？ 他才肯放过我，张铁柱心说：“老仙，您说这不废话吗？刚刚事情的经过，他都和老王头说了。”嗯，我问问他想要什么。八宝罗汉，你且等等。八宝罗汉是说我，估计也是黑话。张铁柱连连点头：“老仙，就看您的了。”他将所有的希望都托付给了附体老王头的老仙身上了。半晌后，小娃娃，你挑个好坟吧。他要弄死你。张铁柱第七章因果。老仙，您问了半天。 就这么个结果，张铁柱傻眼了，这不等于白问吗？是啊，你得罪人家得罪的太狠了，小时候就得罪了一次，答应人家的事你还不办，不办就不办吧，你这次还坑了他。老王头缓缓开口，他脸上满是怒容，声音尖锐刺耳。我，我怎么坑他了？张铁柱十分无语，他真不知道啊。问你爷爷的吧，他说了，当初是你爷爷应下的事。附体老王头的老仙淡淡道，并且露出一脸不耐烦的样子，这是不想管了。 张铁柱心里有些嗔怒，这算什么事啊？他招谁惹谁？莫名其妙被黄皮子给截路了，然后现在还缠着他，不肯放过他。重点是他一点小时候记忆都没有啊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了这只黄皮子。老仙，您就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？张铁柱继续问道。他听刘黑子之前说过，这些出马的大仙有些就爱吓唬人，为的就是多收点钱。办法也不是没有，他说了，需要让你供奉他五十年，每月初一十五都不能忘上香，三月三。 九月九的大功，那更不能忘了，当他地马做他相同，帮他积功累德。老王头缓缓说道：“是有办法了，但这供奉五十年，张铁柱肯定是不乐意啊！他祖宗他都没供奉，现在要供奉一只黄皮子，而且那地马相同又是什么？”张铁柱直接将自己想问的问了出来：“地马和相同是一个意思，就是你当他弟子，家里设上灵堂供奉。”老王头解释道：“除了这个办法呢？”张铁柱又问道：“其他的他不清楚，唯独有一点。” 年轻出马的不好找对象，这是刘黑子之前对他说的。张铁柱以前不信这些，但他现在信了，脑子里本能的冒出了这个想法。他才二十四岁，原本就没对象，如果真因为供奉的堂口导致以后找不到对象了，那可咋办？没办法，不这么做，他就要弄死你，认准了，变不了。附体着老王头的老仙平静说道。期间，张铁柱留意了老王头的眼睛始终没睁开，一直都是闭着的。张铁柱现在心急如焚，供奉个黄皮子。 当他那所谓的地马还得帮他积累功德，张铁柱光是想想就觉得累和烦。老仙，你再帮忙想想别的办法吧。”张铁柱低三下四的说道。他性子痞，胆子大，换成以前他没准都直接急了，但现在他却不敢，不愿意多得罪一位老仙了。从他见到黄仙到现在，一共才过去了六个多小时，但在张铁柱看来，却像是过去了一个月那么漫长。没办法，小娃娃，你好自为之，我走了。”老王头无奈的摇摇头。 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道，然后整个人开始晃动身子。老仙，老仙，张铁柱急了，对方不管了。几秒钟后，老王头睁开了眼睛，他神色看起来十分憔悴，一点精神头也没有。他没问张铁柱，刚刚虽然被老仙附体了，但他自己的意识还是清楚的。老王头，我咋办张铁柱急声道，他想快点从这黄皮子这件事里逃脱出来。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你供奉他，做他的地马，不然的话。老王头微微摇头，叹了口气。 后面的话没说出来，我我不想供啊，我连祖宗都不供奉，现在要我供奉一只黄皮子？张铁柱急声道：“玉，你小点声。”老王头连忙摆手，生怕这货胡乱说话。他刚刚点香请仙，屋子里各路仙家都在呢，现在都一个个神色不善的盯着张铁柱，尤其是那些黄家仙。老王头，你家咋突然这么冷呢？张铁柱又问道。这下不光后背冷了，就连脚脖子都冷了。老王头又叹了口气。 你这事我管不了，除了供奉，我是不知道怎么办。你回去好好想想吧。你，老王头，你不管这五道沟，谁还能管？张铁柱慌了，他急忙补充道：“你只要能给他搞定，钱不是问题。”钱？老王头笑了，用鄙夷的眼神看向张铁柱：“我上次给你算卦，结果要算完了，你人跑了，你给钱了吗？”我，我那是，都怪你说的太难听了。”张铁柱有些心虚的说道。“呵呵呵，张铁柱，你家多穷，谁不知道？” 走吧，别在这碍眼了。自己回去考虑清楚。如果想供奉的话，你就回来找我；不想的话，你自己自求多福。老王头不耐烦道。张铁柱心里这个气啊！王老头不管他。张铁柱一声不吭，气冲冲的转身，一瘸一拐的走了。看着张铁柱离开，老王头叹了口气：这就是命啊，躲不掉的。沾上仙缘了，想了结岂会那么容易？如果容易的话，他又岂会供奉？每次被仙家附体后，宿主都会十分疲倦，尤其是现在。 老王头感觉脑子有点迷糊，比之前附体更累了。是老了吗？身子骨不中用了。老王头自语一声，然后他看见了桌子上的酒瓶子，空了。这个混蛋！老王头气得咬牙，终于知道为啥这次这么难受了。仙家附体时，喝下多少量的酒，抽多少根烟都是不会控制的。通俗来讲，就是给多少来多少。虽然离体的时候会将酒精和烟气带走，但对身体的损害还是会留下的。老王头摇了摇头，打算去洗把脸，清醒一下。 但突然间，他发现又有点不对劲，坏了！等等，张铁柱，钱给我钱！刚刚光心思上次没给钱的事，结果这混蛋这次又没给啊！老王头追了出去，可张铁柱人早没影了。完了完了！老王头气得咬牙，算卦不给金，伤人又伤己。他之所以这么膈应张铁柱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张铁柱离开老王头家后，他奔着小镇中心的十字路口走去，他要坐早班车离开镇子，上趟山上农场找他爷爷去，单位就直接不去了。 爱咋咋地吧。现在在他看来，啥事都没有处理，黄皮子这是重要。第八章，当年的英缘。张铁柱双亲健在，他奶奶早亡，爷爷独居。五道沟除了小镇外，还有七处农场，每个农场上面都生活了数百户人家。张铁柱的爷爷就生活在七农场，而张铁柱的父母却生活在六农场。虽然六和七听起来蛮近的，但实际上离得却一点也不近。张铁柱大腿上的血洞还疼呢，他一路上脸色铁青无比。 心里烦闷至极，脑子乱糟糟的。过了将近两个小时，小客车到地了。张铁柱栽栽愣愣下了车，奔着他爷爷家走去。上次回他爷这来，都得是半年前的事了。老头子性格孤僻，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生活。张铁柱爷爷住在一处破旧的老木板房里。这种木板房夏天还好，但等到快入冬的时候，就得用塑料布将外面包裹得严严实实，省得漏风。张铁柱爷爷家有地，算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。等到了冬天，他也没事干，就在家里一猫冬。 咚咚咚！爷爷，爷，我来了，开门啊！张铁柱在院门口叫嚷着。他爷爷叫张有德，今年七十一了，耳朵有些背。张铁柱怕自己叫小声了，老头听不见。来了，来了，谁啊？柱子！张铁柱他爷爷穿着件老款式的黑棉袄，来到了院门口。爷爷！张铁柱见到他爷爷便一脸委屈。柱子啊，咋的了？他爷爷可不会和老王头似的，急忙开门将大孙子接了进去。张铁柱也不知道咋了。 见到他爷爷就觉得十分委屈，就是想哭。柱子，进屋说吧。”张有德说道。外面温度起码有零下二十度左右，他担心柱子给冻坏了。到了屋里，张铁柱他爷爷急忙让他把衣服脱了，暖和暖和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看你走路，咋还一瘸一拐的？”张有德开口问道。老头耳背，但眼睛却亮得很。这个，爷,爷，我昨天晚上遇见一只黄皮子，他他缠上我了。”张铁柱急声道。爷爷，那黄皮子说了。 这是我欠他的，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呀、啊。他说让我来问你，黄皮子张有德愣了下，挠了挠头，略微思索了会，疑惑道：“他是不是没尾巴？”“对对。”张铁柱急忙点头。一夜没睡，加上腿伤，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哪怕年轻火力旺，他现在也多少有点恍惚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一件事来着。你瞧瞧我这记性！张有德一拍脑门，露出恍然大悟之色：“爷呀、啊，咋回事？你你快点说啊！” 张铁柱懵了，感情他爷爷还真知道内情。是这样啊，铁柱啊，你小时候淘，在你六岁那会吧，咱家院子里进了只黄鼠狼，然后被耗夹子夹住了，然后你就淘气，拿着铁锹把那黄鼠狼的尾巴给劈了。啥？张铁柱呆呆的看着自己爷爷，满脸的惊愕。自己六岁时拿铁锹砍了那黄皮子的尾巴，所以他那尾巴之所以会没有，是被他砍的。对，对，我没记错，就是这样。张爷爷点点头，露出回忆之色。 又说道：“当时因为那件事，咱家可闹腾了好一阵子，一堆黄皮子天天去咱家扎堆捣乱，家里养的鸡都被咬死了。然后呢？”张铁柱呆呆的问道。“然后我就找了个大仙问问咋办，那大仙说和那黄皮子谈谈，尽量满足他。然后我就和他谈，最后替你答应他，之后他借你的口草封，让道恒提上一层，你砍他尾巴的事就算结了。”张爷爷想了想，又缓缓道：“我当时还问那黄皮子啥时候，那黄皮子说等时候到了，他自己就会来找你。” 听见这些，张铁柱总算是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现在他隐约想起来点，似乎自己小时候好像是劈过一只黄老鼠，弄了半天，被耗夹子夹住的不是耗子，而是黄皮子。爷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你你咋没告诉过我？张铁柱一脸的生无可恋。这个，那时你还小，我心思告诉你，你也记不住，就想等你长大点再告诉你。然后你也知道人岁数大了，脑袋就不好使，我就给忘了。张有德尴尬笑道。 我，张铁柱想发飙，这么重要的事都能忘，但这是他爷爷啊，怎么发？只能老老实实憋在心里了。张铁柱对外人虽然又痞又浑，但对待他爷爷可不会如此。咋的了，柱子？那黄皮子对你做啥了？张有德又急忙问道。这个，没啥。张铁柱叹了口气，想了想，又问道：“爷，当初那个大仙，他还在吗？”早不在了，死多少年了？哎，没事了，我先走了。 张铁柱叹了口气，他爷爷就是个庄稼汉，能懂什么？他原本还想问问那大仙在不，道恒也许比老王头厉害，可能有别的办法。但这这么快，张有德道：“你不吃口热乎的再走不了。”爷，张铁柱微微摇头，他虽然很饿，但一点吃饭的欲望都没有。目前来看，他只有两条路：一供奉，二和黄皮子斗。但按照老王头之前的说法，这黄皮子道行很高。 在老王头家里时，莫名其妙就能震起来，而且还迷惑了他，让他自己用刀扎大腿。他得赶紧想办法处理了这件事。从爷爷家离开后，张铁柱又回了小镇。到镇上时，都已经下午了，他肚子早就咕噜噜叫了，但张铁柱一点吃饭的欲望都没有。他直接去了好哥们刘黑子的单位。他记得刘黑子之前便经常算卦，也许认识点高人呢、啊。说是单位，其实都是在木器厂上班的。一家木器厂几十个员工干着苦逼的体力活。张铁柱到了刘黑子的工厂。 直接从车间里将刘黑子拉了出来。大胆，你干啥？我还有活呢。喂喂，刘黑子急了，他是大巨手，工厂里没了他，一条流水线将近十个人就无法开工了。这种工厂想请假都是需要提前打招呼的。别啰嗦，跟我走，带我去个大仙家。啥？带我去个大仙家？我要看是对了，就去你说喝干水的那家。第九章求救李大仙。刘黑子都懵逼了，他挣脱开张铁柱，摸了摸他的脑门，你特么冻傻了？ 刘黑子呆呆地问道：“张铁柱不信鬼神，这可是出了名的，怎么会突然想要算命了？特么的，别和老子废话，赶紧带我去！”张铁柱急得很，他力气很大，继续拉着刘黑子就走，不管刘黑子怎么说，张铁柱都不撒手。最后，刘黑子拗不过他，也看出了张铁柱真有事，只能放下手中的工作，跟着张铁柱走了。当两人走后几十分钟，这家木器厂老板出来，气得破口大骂：“大巨手临时跑了，这让他着急忙慌去哪找人呢？最后无奈，只能他自己上了。” 刘黑子原本打算骑自行车去的，小镇不大，有一台自行车去哪都方便。张铁柱也有一台，平时上班就骑自行车，但现在不行，他急啊，而且腿上还有伤，决定还是打车吧。打车对他这种穷逼可是件稀罕事，这让刘黑子更吃惊了。知道张铁柱肯定是遇见大事了，都舍得打车了。但这一路并不太平，最初碰见几辆出租车都拒载，原因是嫌弃刘黑子穿的太脏了。工厂干活身上的确脏，刘黑子出来的急还穿着工作服呢。 上面都是锯末子，这些出租车都不爱拉。被拒载了几辆后，张铁柱急了，拦下一辆车，直接上去。司机撵也不下车，最后无奈，司机只好送了。可没想到，走到一半的时候，车胎突然扎了，司机骂骂咧咧，感觉晦气的很。张铁柱和刘黑子下了车，车费也没给就走了。没到地方，为什么给钱？两人又打了一会车，可一个停车的都没有了。最后无奈，张铁柱说道：“黑子，走着去吧。”“行吧。”刘黑子领路。 他要带张铁柱去的大仙家也在小镇北边，和老王头家离得还不算太远。这个算命先生叫李长蠢，名字虽然老气横秋，但岁数并不算太大，只有四十岁左右。李长蠢家院门没锁，两人直接进了屋里。进屋之后，里面既是大厅又是堂口，一张和老王头家差不多的红糖单，但李长蠢家里没供奉神像，却有一张蓝色的糖单，上面也写了密密麻麻的名字。李大师最近忙不？刘黑子笑呵呵道：“刚刚在路上。” 张铁柱将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他了，他也知道现在张铁柱的处境还不错。刘大成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？李长蠢见了刘黑子，脸色有些不自然。张铁柱打量起了李长蠢，将对方脸上不自然的一幕尽收眼底。他估计这李长蠢是回忆起来喝泔水的事了吧？那个是有点事啊。我是兄弟。刘黑子将张铁柱推到身前，笑呵呵的说道：“李哥，你看看他，是不是中邪了？”“嗯，中邪。” 李长蠢上下打量起了张铁柱，张铁柱被看得浑身不自在，但还是强露出一脸尴尬的笑容。李长蠢憋了半晌，说了一句：“我没看出啥来，等我上了香，叫俺家老仙上来瞧瞧。”张铁柱无语啊，啥也没看出来，那你一直盯着瞅啥呢？但现在肯定是不能翻脸。李长蠢没先去上香，而是大喊了一嗓子：“小翠，来活了！”哎，来了，来了！内屋走出来一名长得十分水灵的女人，看年龄约莫三十左右，皮肤细腻光滑，动静甜美可人。 张铁柱诧异，在刘黑子耳边小声问道：“这是他妹妹？计划生育执行是在二十多年前。按李长蠢年龄看的话，他有个亲妹妹很正常，不是？这是李哥他媳妇。”刘黑子小声道。张铁柱震惊了，这么漂亮，而且还这么年轻。小翠来了后，便站在一旁，也不吭声。张铁柱去上香，这家伙先给红糖单上，完事之后又给蓝糖单上。张铁柱留意了下，两个香炉碗，每个香炉碗都插了十二根香，和老王头一样。 做完这些后，李长蠢重新回来坐下，他的脸色现在变得有些不对劲，苍白无比，额头上还冒出一层汗珠。这可不是装出来的，这家伙刚上完香就这样了，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一样。忽然，李长蠢剧烈颤抖了起来，浑身直抽搐，甚至开始翻白眼了。这，他他这没事吧？羊癫疯？张铁柱急声道，想冲过去帮忙，他害怕李长蠢羊癫疯咬到自己舌头。刘大成急忙拦住了他，别乱来。小翠轻笑道。 没事，只是仙家上身了而已。哦哦，张铁柱点头。这李长蠢仙家上身和老王头差距还真大，反应太剧烈了。这根本就是羊癫疯啊！原本张铁柱以为羊癫疯就够癫狂了，紧接着李长蠢还在地上打起滚了，边打滚嘴里还边哭：“我死的好惨啊啊！好冷好冷，下面好冷，死时候没穿衣服，冻死我了！想要妈妈，想吃糖。”李长蠢嘴里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。 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每次换一种声音，李长蠢就会露出不同的表情，但这些表情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便是痛苦。第十章，认鬼当干爹。张铁柱有些慌，心里莫名的感觉不舒服。来的路上，他还以为李长蠢会干两碗泔水，他之前都做好了忍住不笑的准备了，结果这来了个更狠的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鬼哭狼嚎？张铁柱震惊不已，他看向刘黑子，发现对方比他还吃惊，下巴都快掉地上了。屋内四个人。 李长蠢被仙附体，唯独小翠神色平静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张铁柱十分诧异，这女人怎么会如此平静？习惯了，放心吧，她没事的，一会就好了。小翠忽然抬头，对张铁柱轻笑道，这笑容很甜，但却让张铁柱有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。好好的，张铁柱点头，心里却在犯嘀咕，这女人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？几分钟后，李长蠢不动了，老老实实的躺在地上，然后他猛然坐起，盘膝打坐。 一脸惨白之色，张铁柱，你是被那只黄皮子缠住了吧？所以想来问问我老人家该怎么化解？李长蠢嘴里发出低沉的声音，这声音并不尖锐，和附体老王头的仙家不一样。对对，老仙家，你帮我看看。张铁柱急声说道，他心里有些兴奋，这是碰见有道行的了。他进屋之后还没开口呢，对方就知道他要问什么了。厉害，这才是大师啊！张铁柱觉得自己之前推断的果然没错，敢连干两碗泔水的猛人。 肯定是真大师，你这事不好办啊！那黄皮子有些道行，他认定你了，想要害死你。李长蠢缓缓说道，脸色苍白，一脸的愁容，还微微叹息。从他的身上时刻散发着一股阴冷之气，让屋子里变得冷飕飕的。张铁柱和刘大成也感觉到了，但却没在意，毕竟他们看不见。那个老仙，你可得救救我呀！张铁柱急忙说道。嗯，救你这个不难，不过嘛，需要条件的。李长蠢缓缓说道。 多少钱？你说，张铁柱急切道：“这个不要你钱，不过你和我非亲非故的，我凭什么帮你？你说对吧？”这话似乎有些道理，但似乎又不对劲。自己不是来找大仙处理邪病的吗？找大夫看病，还需要和他沾亲带故吗？张铁柱虽然心里狐疑，但还是急忙说道：“你说的对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这样吧，小娃娃，我已经死了七十多年了，你认我当干爹如何？”李长蠢嘴角上扬。 露出微笑，这笑容在张铁柱看来却显得十分诡异。干爹，张铁柱懵了，而且刚刚听附体李长纯这位仙家的意思，对方不是动物仙，而是鬼。没错，你认我当干爹，我就有权帮你了，你说对不？李长纯脸上诡异的笑容仍在。这个，张铁柱犹豫了，看向刘大成，想看看他怎么说。刘大成摇摇头，他也没遇见这种情况，认鬼当干爹，这种事没听说过啊。一旁的小翠笑道。 你们可真有福气啊！杜三爷从来不轻易收干儿子的。张铁柱看向小翠，发现这女人神色平静的很。想想看也对，人家是李长春的媳妇，这种事肯定很常见了。杜三爷以前是胡子头，死了以后无法轮回，只能继续修行，然后成了鬼仙他。他这身道行可高了，有杜三爷庇护，你这是肯定没问题。小翠笑盈盈的说道：“胡子指的是以前的土匪，现在附体李长春果然是鬼，而且还是个胡子头。这种人生前肯定杀人无数。” 如果认他当干爹，张铁柱心里没底。张兄弟，你这是挺麻烦。实话告诉你，附近十里八乡也就杜爷能给你办了，你还考虑什么呀？小翠继续说道：“小娃娃，我是看你人不错，很合我脾气，对我胃口，所以我才想收你当干儿子的。换了别人，老子都不再多看他一眼的。”李长蠢淡淡说道：“这个，当你干儿子需要啥条件不？”张铁柱小声问道：“认只鬼当干爹这件事多可笑，但和老王头那边说，需要供奉黄仙五十年。” 还得出一十五的伺候他，相比张铁柱更倾向认干爹，但他还是想问清楚，这干爹认了后有没有其他的说法？嘿嘿，不用，你只要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，叫声干爹就行了。李长蠢嘴角上扬。第十一章，老王头赶来砸门。李长蠢脸上的笑容有些古怪，这个古怪说不出来，那种笑仿佛是不怀好意的笑。张铁柱犹豫了，摸着下巴思索了起来。刘大成默不吭声，认鬼当干爹这种事他从来没听说过。 如果胡乱给主意，最后给张铁柱坑了怎么办？小娃娃，你有什么好寻思的？缠上你的那黄皮子很厉害，如果不是老子看你娃顺眼，也不会费力不讨好的保你。李长蠢缓,缓缓说道，语气里透露着不耐烦。是啊，这么好的事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小翠在一旁帮腔道：“如果认了杜三爷当干爹，到时候附近十里八乡的孤魂野鬼，谁敢招惹你？”张铁柱脑子很乱，是非常乱。他一晚上没睡了，早上去了老王头那，然后又去了山上见他爷爷，又去找刘大成来这里。 疲劳加上对未知事物的无知，让他陷入了迷茫。并不是说张铁柱脑子很愚笨，而是一切来得太急，正常的思维下根本没时间让他冷静思考。尤其是夜幕马上来临，等到了晚上，那只黄皮子又来了怎么办？张铁柱心里其实最害怕的便是这个。别犹豫了，下跪叫杜三爷一声干爹，磕几个响头，你的麻烦就没了。小崔乐呵呵道，他的声音十分动听，笑得也十分甜美。但越这样，张铁柱反而觉得心里越不踏实。 这种感觉说不好，就像是去商场买衣服，营销员在那里对你夸夸其谈，反而会让自己觉得上当受骗了的感觉。现在的张铁柱就是这种感觉，但他的问题是，自己该同意吗？如果同意了，会有什么后果？如果不同意的话，晚上怎么办？我，我，张铁柱犹犹豫豫，眼珠子转来转去，在附体在李长蠢身上的鬼仙以及小翠的劝慰下，张铁柱狠狠一咬后槽牙，打算同意下来，赌一赌。 能处理掉那黄皮子最好，处理不掉，我在想别的办法。张铁柱心里嘀咕了声，决定先认下这个干爹。在他想来，认一只鬼当干爹似乎也没什么。好，我认。张铁柱应下，他吐了口气，当即便打算下跪。小翠满脸笑盈盈的，被鬼仙附体的李长春满意的点点头，还伸出右手摸了摸自己空荡荡的下巴，仿佛是在捋顺着胡须。咚咚咚，而这时屋子外传来了惊雷般的砸门声。听见这个声音，让张铁柱顿了顿。 没有跪下去，反而觉得脑子有些清醒了。谁？一旁的刘大成吓得浑身一抖，打了个机灵。如今屋子里的气氛多少有些诡异压抑。咚咚咚，屋外的砸门声还在继续，就跟找上门来干家那样急。小崔乐呵呵道：“这是谁来了？”先不管他，认完干爹再说。被附体的李长蠢捋顺着胡须也没吭声。可张铁柱现在并不想认了。那个，我想回去考虑一下。张铁柱尴尬说道：“为什么？” 小翠脸上的笑容消失，声音有点冷。被附体的李长蠢变得面无表情。这个，这个，张铁柱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咚咚咚！而这时，屋外传来的砸门声更响了。这已经不叫砸门了，该叫凿门了。黑子，看看是谁来了。张铁柱忽然转移话题，看向一旁发呆的刘大成。哦，哦，刘大成应了声，他也看出来了。张铁柱现在是想反悔，找个理由转移话题呢。小翠以及附体李长蠢的鬼仙一愣。 显然是没想到张铁柱会这么说，他们还想说些什么，但刘大成已经将屋门打开了。咚咚咚，屋门打开之后传来的砸门声更响了。老王头，刘大成见到在院外砸门的人，惊呼了一声：“老王头！”张铁柱也是一愣，这家伙怎么来了？开门，开门！瓜娃子，张大胆，你他娘的滚出来！见屋门开了，院子外的老王头直接破口大骂。张铁柱一愣，来找自己的？老王头怎么知道自己在这？张铁柱犹豫下。 便打算出去瞧瞧，正好能将如今这尴尬的处境避过去。可见到张铁柱要出去，附体着李长蠢的鬼仙忽然大喝一声：“别去！”一旁的小翠一脸嗔怒之色，腮帮子鼓了起来。“嗯。”张铁柱一愣，扭头看向被附体的李长蠢，“那个老王头是来找我的，我去看看他啥事。”不能去。李长蠢面色阴冷，沉声说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张铁柱愣了下，他脑袋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同行竞争。 老王头是大仙，李长春也是大仙，毕竟两人间有生意上的竞争，这似乎很合理。他要害死你？李长春缓缓开口，声音阴冷至极。啥？张铁柱愣住了。就算是同行诋毁，但这也过于严重了吧？就算他和老王头关系不太好，但对方也不至于害死自己吧？咚咚咚，屋外的砸门声，还有老王头的叫骂声也始终没停下。张铁柱懵了，原本就混乱的脑子，这一刻更乱了。小娃娃。 这老头对你没安好心，他是不是对你说让你立堂口供奉那黄皮子？李长蠢沉声说道：“对，对。”张铁柱立马点头，他记得很清楚，自己进来之后绝对没提过老王头让他供奉黄皮子的事。这就对了，那只黄皮子和这老头是一伙的，他们打算害死你。”李长蠢冷声说道：“喂，为啥？”张铁柱脑子里都是问号，同时又心慌了起来。他是之前算卦不给钱，但老王头也不至于因为这个害死他吧？ 呵呵呵，<laughs> 因为他和黄皮子达成了交易，两人是一伙的。这，张铁柱呆愣在了原地，听到的信息量太大，让他脑子一时间转不过来这个弯。刘大成也听傻了，他还在门口前拄着屋门呢。张铁柱，你快点认杜三爷当干爹吧，不然你就麻烦了。那黄皮子没准晚上就会弄死你。小翠急声说道。第十二章最大的尊重。听见他们的话，张铁柱更头疼了。老王头要害死自己，就是因为自己上次去算卦没给钱。 除了这件事，张铁柱实在是想不到他和老王头还有什么过节了。但这可能吗？反正张铁柱是认为不可能。老王头的挂金是平赏的，意思是给多少都行，哪怕张铁柱当时留个十块八块也成。但如今这小翠和附体着李长蠢的鬼仙却说，老王头和黄皮子要一起害死他。哪怕张铁柱胆子真的很大，但听见“死”字时，还是吓得一激愣。我我，张铁柱结结巴巴，别犹豫了，给三爷跪下磕几个头。 这件事就交给三爷帮你解决了。小翠重新换上了笑脸。张铁柱之前绝对不是一个犹豫的人，但这一刻他竟然纠结在这了，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张大胆，你他娘的赶紧出来，小心命没了！这时，院子外老王头大骂的声音传到了张铁柱耳朵里，命没了。张铁柱又一愣，老王头这是什么意思？张铁柱，你别听他的，姓杜三爷的准没错。小翠冷声说道，然后她看向门口的刘大成，将门关上。 东北的冬天有多冷，不用说，家里烧了炉子和热炕头，味的就是那么一点热乎气。刘大成刚刚敞开门那么久，屋子里热乎气已经没大半了。哦，刘大成急忙应下，抽回手打算关门。张铁柱心里越来越没底了，两边都说要害死他，他又不是什么香饽饽、唐僧肉的。但这件事牵扯到自己的安全，张铁柱决定先等一等。和李长蠢他是第一天见面，对这人他也不熟悉。和老王头虽然关系不好，但对方名声似乎还不错。 所以张铁柱打算自己先离开，回去之后好好想想这件事该怎么办，起码也得给他一晚上的时间考虑吧，哪怕那黄皮子晚上还来找他麻烦，可能会死。张铁柱也打定主意要先走了。那个，我才想起来我还有事要先走了，认干爹的事我回去考虑一下，谢谢老仙了。张铁柱挠着头，尴尬说道。话音落下，这家伙便打算跑了。什么事有你命重要啊？张铁柱你就这么离开，怕是活不过今晚了。小翠急声道。 他迈步上前，打算拦住张铁柱。附体着李长蠢的鬼仙没吭声，不过脸上却十分阴沉。急事，真是急事！张铁柱快步向门口走去。如果不是之后，可能还得求到这李长蠢头上。张铁柱都打算撒丫子直接跑了，头都不回的那种。黑子，走了！张铁柱急道。哦，刘大成有些猛，他发现自己连续哦了好几遍了。张铁柱，啥事有你命重要啊？小翠速度很快，张铁柱刚到门口。 他竟然变到了张铁柱身后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。啊！张铁柱被吓了一跳。这么快？他现在休息不足，一身疲累，脑子里还特别乱。现在的他感觉智商严重下滑。我真有事，啥事比你命重要？张铁柱微微用力，想甩开小翠的胳膊，但发现对方力气竟然很大。如果他不用全力，根本就挣脱不开对方胳膊。张铁柱，你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啥事能比这个重要？我，我。 张铁柱脑子乱糟糟的，突然脱口出一句：“我今天没吃饭呢。”小翠，刘大成说完这话，张铁柱就懵了，自己说的这是什么鬼话？但话已说出口，收是收不回了。张铁柱猛地胳膊一甩，一个用力将小翠的胳膊给挣脱开了，一瘸一拐便向外跑去。刘大成见状，急忙跟了上去。张铁柱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肯定会后悔的！小翠在屋子里大喊，但她并没去阻止，因为张铁柱跑得太快了，都跑到院门口了。 张大胆，我操你祖宗！跑到了李长蠢家的院门口，老王头便上气不接下气，指鼻子对张铁柱破口大骂。这老头在院外面喊的嗓子都快喊哑了。结果这张铁柱才刚出来，张铁柱也顾不上生气，急忙将院门打开，和刘大成跑了出去。老王，噗，王大师，你咋来了？张铁柱急忙问道。我他娘还不是怕你死了？老王头没好气道，在那直跺脚，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气的。咋回事？张铁柱急忙问道。 对于李长蠢和老王头的话，其实他还是更倾向性老王头的。双方都说对方要害他，这是为什么？妈的，晦气！老王头撇撇嘴，看了眼李长蠢的屋子，沉声道：“跟我走，回去说。这”这行。张铁柱点头，犹豫了下，就跟着老王头走了。刘大成挠挠头，也急忙跟上，并不是因为他讲义气，而是觉得有意思。老王头家离李长蠢家不远，没一会便到了。进了屋子里。 老王头急忙脱了衣服，跑到炉子边暖和手去了。老王头，呸！张铁柱，你他娘的是不是找茬？这次还没等张铁柱将之后的话说出来，老王头先急了，这他妈是耻辱啊！那个就是习惯了，你别介意啊。张铁柱尴尬道，他现在可不敢得罪老王头或者李长蠢这种人，没准真得需要他们保命呢。早上张铁柱气冲冲的走了，如果换了以前，离开前他没准都会破口大骂了。唉，懒得理会你这瓜娃。 老王头叹了口气，他骂人的口吻，不是东北的，反而是一股子川味。张铁柱纳闷，好奇问道：“老王大师，你去过南方？那都是好久之前的事了。”老王头淡淡道，神色里有些惆怅。张铁柱和刘大成也没拿自己当外人，随意找个地方就坐下了。老，你以后就叫我老王头，不用叫别的，这多不好，显得不尊重您。没事，你叫我老王头就是对我最大的尊重。张铁柱，刘大成。 行吧，张铁柱点头，然后急切问道：“你说李长蠢要害死我？”第十三章没附体，你说呢？”老王头没好气道，然后拍了拍手，从炉子旁离开，走到了桌子边，拿起一根烟点着，直接吧唧吧唧的抽了起来。张铁柱愣了下，没吭声。刘大成也没开口说话，不过他的脸上却浮现出了敬畏之色。老王头抽了十多秒，一根烟抽了一半还多，他有些纳闷，看向了张铁柱：“你不接着问了？”老王头满脸诧异。 又瞅了眼一旁肃然起敬的刘大成，十分纳闷：这小子为什么是这副表情？啊？你是老王头？张铁柱小声试探性问道。不，不然呢？老王头被问的一怔。我以为你被老仙附体了。张铁柱愣愣的说道。一旁的刘大成抹了把脸，也回过神来。没附体，我附你俩奶奶个腿！老王头没好气的骂道。那你刚才为什么抽的那么快？刘大成先开口了。这也是张铁柱想问的话，只不过他现在脑子有点木讷。 不太好使，被刘大成抢先问出来了。我，我养成习惯了。老王头没好气道，脸色涨红。啊、uh，习惯？废话。老王头撇撇嘴，想了想，开口解释道：“老仙上身的时候，身上的窍脉有时候捆不紧，那时候人还是有意识的，脑子也能正常思考，只是手脚动不了，嘴巴不听使唤罢了。我也就慢慢养成了这个习惯，抽烟喝酒都急听见老王头的话，张铁柱和刘大成缓缓点头，算是明白了这件事的原因。 哼，老王头冷哼一声，继续吧唧着手里的半根烟。算卦的习惯，都是张嘴说半句，等着香客开口询问。如果对方不问，那算卦的也都懒得说。有些是因为打算装逼格，而还有的则是嫌麻烦。老王头，你刚刚说那姓李的要害死我是啥意思？张铁柱连忙问道。这个嘛，老王头看了他一眼，随手将烟屁股扔地上，还踩了两脚。张铁柱十分认真的盯着老王头，想看看他怎么说。岂知道。 老王头却突然来了一句：“你先把早上的挂钱给了。”啥？张铁柱懵了。刘大成也是听得一愣。挂钱？早上给你点香桥病，你没给钱就跑了，你忘了吗？老王头没好气的说道，提起这事就咬牙切齿的。啊，你你记性真好啊！张铁柱憋了半天，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然后他伸手掏裤兜，拿出二十块钱递给了老王头。老王头毫不客气就接过了钱，然后满意的点,点点头。差点又让你坑了。 我咋坑你了？张铁柱不满道。他认为老王头是太抠了，他早上算卦没给钱，这点小事他都一直记得。一旁的刘大成缓过神来，他算是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了。大胆，你算卦不给钱？我怎么不给钱了？老子那是忘了，忘了。张铁柱怎么能承认自己赖账的事？老赖可耻啊！刘大成撇撇嘴，也没吭声。老王头看了两人一眼，他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是不是有个胡子鬼让你认他当干爹？”“对对。” 张铁柱看向老王头，疯狂点头。他也没和老王头说过这事，对方是怎么知道的？神了！如果是说出其他的话来，张铁柱还会怀疑是不是老王头在诈他。可有一个胡子鬼要收自己当干儿子，这种事一般人根本就猜不到。你跪了吗？还没，那就好。老王头点点头。如果认了的话，估计你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喂，为啥？张铁柱不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为啥？老王头乐了。 活人认鬼当干爹，你之前听过没？没有。张铁柱摇头，一旁的刘大成也是一样。在农村乡下，老一辈有说法，那便是小孩小时候闹外病，有些说是天上下来的要被收走，有些说是八字轻难养活。这样的人家，老一辈便会出办法，可以认一棵老树做亲，俗称就是认干妈，请求庇护。万物皆有灵，哪怕是年头久了的老树也是。甚至有些老树被砍了，还会有冒血这种现象。 张铁柱生活的五道沟就是林业局，这种事他之前可没少听说。那不就得了？认鬼做亲这种事也不是没有，只是也得看对方的品行。那胡子生前作恶多端，死了没资格轮回，地府也不收，只能修道行，积累功德。你认他当了干爹，他便有资格光明正大的缠上你。到时候哪怕是阴司地府的判官来了，人家也是有理的。你懂不？老王头一脸认真的看向张铁柱。啊，后面的我没怎么听懂。张铁柱挠了挠头，刚刚老王头的话。 有些冲突啊，认鬼做亲这种事，先问自己有没有，然后又说可以有，听得张铁柱脑子迷糊。瓜娃子，你就知道认了那胡子鬼当干爹，你就毁了，他会一直缠着你，懂了吗？老王头没好气道。这么说，我懂了。张铁柱连连点头，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实际上却还是有很多不解的地方。但他现在脑子很乱，原本是想处理那黄皮子的，怎么牵扯到胡子鬼上了？老王头，那我没事吧？ 张铁柱试探性问道：“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在李长蠢家里时，他感觉心头有些压抑和沉重；而在老王头家里，却感觉放松了，说话都更随心了。这种感觉很奇怪，张铁柱不清楚是为什么。”“你没认清就没事了。”老王头淡淡道，“地府阴司也有规矩，不然人间早就乱套了。没事就行。”“那老王头，那黄皮子呢？怎么处理他？”张铁柱急忙问道。“处理他？”老王头一听这话乐了。 瞥了一眼张铁柱身后一块无人的空地，他就在你身后龇牙呢，你自己问他吧。张铁柱，刘大成，第十四章赖上了老王头，你别和我开玩笑，我胆小。张铁柱被吓愣神了，用余光瞥了眼身后，但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但他心里却莫名的更害怕了。能见到的时候，心里虽有恐惧，但张铁柱却有一战的勇气；而像是这样看不见、摸不到，心里却半点底都没有了。尤其是之前张铁柱去了李长纯那、啊。 那胡子鬼要收他当干儿子，听老王头这么一说，让他后怕不已。呵呵，你胆小。老王头被弄乐了。整个五道沟，你说个胆子比你还大的人，你让我听听。一旁的刘大成连连点头附和道：“王大师说的对。”张铁柱被弄得无语啊，他心里又急又怕，但偏偏老王头还这么淡定，他心里也有了怒气，觉得十分的郁闷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去医院看病，结果大夫和护士在一旁毫不关心，还在不断对他冷嘲热讽。 用三个字来形容，梅医德，老王头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我到底咋办？除了供奉他，没别的办法了吗？张铁柱颤声道：“马上可要天黑了，昨天晚上就是天黑了，那黄皮子才冒出来的。”张铁柱有预感，等到天黑了，那黄皮子又得显形来霍霍他了。昨天晚上迷糊的，他就自己捅了大腿一刀，他一晚上没休息，现在都快控制不住眼皮了。如果今儿晚上睡下了，他真怕是会应了李长蠢的话，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放心吧。 你这几天还死不了，老王头淡淡道：“死不了。”张铁柱一愣，他记得老王头家老先告诉他，那黄皮子认准他了呀？难道是吓唬他的？是这几天，老王头又强调道：“张铁柱，张铁柱现在想打人，他觉得老王头是在戏耍他，拿他当蠢驴了。”老王头，你快想办法救我！张铁柱一把抓住了老王头胳膊，十分有力量感，疼，疼，你松手！老王头被捏疼了，连连抽胳膊。 但张铁柱力气太大，他根本抽不出来。不，我不，你松手，不松，这咋还赖上了？老王头无语，被这张铁柱气得哭笑不得，就连一旁的刘大成都看懵了。这张铁柱太生性了，这都敢！最后老王头急了，要撵张铁柱走：“你快点走，别在这里烦我！”我不走，你不管我，我晚上就住这了。张铁柱咬牙，他心里打定主意，这件事非赖上老王头。起码在他看来。 老王头比李长蠢靠谱些。现在天马上就黑了，经历了刚刚胡子鬼的事，张铁柱心里更没底了。现在就算他想找别的大仙，也根本来不及了。怎么也得把今天晚上先渡过去。你愿意咋地就咋地吧。老王头最后被弄得无语，无奈的叹息一声。老王头自己住，小日子还算不错。平时家里有啥累活，只要他张张嘴，五道沟能来一群人帮忙。这便是算卦出马的好处。不少人都愿意和他这种人结交，一旦遇到事了，也好让他去帮忙。老王头坐在椅子上。 悠哉的坐着，张铁柱在屋子里直打转，他心慌没底，哪怕是住在老王头家里，他都没底。但这老王头就是让他供奉那黄皮子，没别的办法了。刘大成看了眼天色，外面刚刚四点多，不到五点，但已经黑天了。我先走了呀，柱子。刘大成说道。你回吧。张铁柱无奈的挥挥手。刘大成就算留下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好嘞。刘大成应下，然后看向老王头。王大师，我走了。走吧，走吧。 老王头不耐烦道，说话时候还瞥了眼张铁柱，一脸的嫌弃。刘大成离开了，屋子里就张铁柱和老王头。张铁柱寻思了下，自己得去磨，想办法让老王头救他才行。老王头，你就行行好呗，帮帮我。张铁柱一脸讪笑的走到老王头身边，老王头瞥了他一眼，没吭声，眼睛却给闭上了。张铁柱也不生气，笑呵呵问道：“老王头，对了，刚刚我忘问你，你咋知道我在李长河家里呢？”张铁柱一直心急。 没想起来问这件事，他去了李长蠢家，老王头不知道才对，为什么会突然过去砸门提醒自己？老王头还是没吭声，半点搭理他的意思都没有。老王头，你告诉我呀！老王头，你好歹也是修行之人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老王头，你特别装死啊！张铁柱最后自己都说累了，但这老王头根本就不理他。外面天已经彻底黑了，在五道沟这种偏僻镇子，到了夜里没有路灯的地方，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。如果下雪， 天上月亮亮还好些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完了。喂喂，老王头，张铁柱推了推老王头，但后者还不吭声，依旧不理他。砰！哎哟王老头捂着脑门大喝道：“张大胆，你他娘的到底要干啥？”刚刚张铁柱弹了他个脑瓜崩，怕你真死了。张铁柱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晦气，呸呸！如果换个人，老王头肯定已经破口大骂了。但这张铁柱还是算了吧。老王头，你饿不？” 张铁柱小声问道：“不饿。”老王头这次回话了，他怕这张铁柱再给他来个脑瓜崩。“我饿了，老王头，你弄点吃的去呗。”张铁柱讪笑道：“啊，uh, 你……”老王头发誓，他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“我真饿了，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快点弄吧。你当行行好，没准我真因为这事挂了，也能让我临死前吃上顿饱饭，行吧？”老王头无奈叹息一声，又问道：“面条行不？”“行。”张铁柱一点也不挑食。 老王头起身去了厨房，去煮挂面，多放几个荷包蛋，滚。第十五章梦中再见黄皮子。老王头拿张铁柱十分无奈，这家伙是属于那种一丁点脸面都不要的类型。老话常说，人要脸树要皮，人不要脸天下无敌。很显然，张铁柱早已走在这条路上了，而且他的造诣还不浅，是属于十足的不要脸。一会功夫，老王头端出一大盆面条来，起码下了二斤挂面，还有几个荷包蛋在里面。 张铁柱毫不客气，直接要抢盆去吃。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，饿、呃、红了眼。喂，里面还有我的份呢、啊！老王头急忙出声阻止，神色不善的盯着张铁柱。啊、呃，我还以为都是给我的。张铁柱尴尬的挠挠头。晦气！老王头气得不轻。张铁柱无奈之下，还是用碗了。他都忘记自己吃了几碗，总之吃了很多很多。哥，舒服！张铁柱两腿一蹬，栽仰在椅子上，像是个常年养尊处优的大爷似的。 这一幕可让老王头更来气了，但他也不得不承认，张铁柱不光是胆子大，这心也够大了。老王头也没搭理他，把碗端走，去收拾了。这是张铁柱这一天吃的第一顿饭，颇有一种难民逃荒进城的感觉。老王头没一会便收拾好了碗筷，重新回来了。张铁柱叹了口气，问道：“老王头，你就行行好，帮帮我吧。”“帮不了。”老王头直接摇头拒绝。“胡说，这年头还有你办不了的事？”张铁柱撇撇嘴，显然不信。 他犹豫了下，突然话锋一转，讥讽道：“老王头，是不是你家老仙道行不够，所以怕那黄皮子了？”张铁柱此言一出，当即他便感觉心头一紧，原本热乎的屋子温度骤然下降了好几度，他脖子后面还有一股冷风吹来。啊，小子，你别激我，老子不吃这套。”老王头抿了抿嘴，没上当。如果是之前的话，张铁柱肯定还会继续讥讽，但附近这股莫名的寒意来得太突然，让张铁柱心里没底。他又不傻，大概能猜到。 可能是因为他的话，所以惹得老王头家老先生气了。老王头家里有台大脑袋电视，这在如今可是罕见的玩意，算是奢侈品了。起码张铁柱家就没有，他家穷的甚至连录音机都没有。如果换了以前，张铁柱肯定嚷嚷着要看电视了。但现在他可没这心情，他害怕那黄皮子会过来。而最难受的是，他现在竟然来了时困。原本一夜没睡就已经让他十分疲惫了，加上吃饱饭，现在困意更足了。困了。 见张铁柱在打哈欠，老王头笑呵呵问道：“有点。”张铁柱点点头，用手拍了两下自己脸，提提神。困了就回家吧，别在这碍我眼。”老王头没好气说道。“不回。你”你老王头，那个，你帮我个忙呗。”张铁柱突然打断了老王头的话。“啥忙？”老王头一愣。“嘿嘿，我一晚上没睡了，我现在睡会，你看好我，别让我自杀了。”张铁柱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，也不等老王头答应，直接趴桌子上了。 老王头，喂，张大胆，你个瘪犊子，真睡了！老王头真是服了这个二皮脸啊！但张铁柱睡了，屋子里反而消停了。老王头也懒得叫醒他，来给自己添堵。呼呼，几分钟功夫，张铁柱便睡着了，而且还打起了呼噜。老王头看了眼张铁柱，叹了口气：这都是命啊！你也别怪我。对于老王头的话，张铁柱是全然不知，他整个人已经睡过去了，彻底没了意识。一夜没休息。 加上心力憔悴、担惊受怕，这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承受了的。迷迷糊糊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张铁柱揉了揉眼，清醒了过来，但发现自己在的地方变了。这，这是现在的张铁柱在一片山林子里，鸟语花香，绿荫蒙蒙，周围都是茂密的大树。我不是在老王头家吗？而且现在不是冬天吗？张铁柱当即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往自己脸上狠狠抽了一巴掌，啪，疼！张铁柱懵了，打自己还会疼？这不是梦？ 张铁柱什么时候遇见过这种事？当即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。难道我又被那黄皮子给迷了？张铁柱大腿上的那刀，就是张铁柱被迷了后自己捅的自己。所以他心里清楚，这肯定也是梦。啪,啪啪啪！意识到这是梦，张铁柱往死里下手抽自己嘴巴子。别人不是说在梦里自己打自己不会疼吗？为什么我会疼？张铁柱嘀咕了声，心里害怕极了。他想让自己醒过来，但根本没用。只疼，没有半点要醒的意思。小子。 你害得你爷爷我好苦啊！这时，绿荫前方的树林里钻出来了个只黄皮子。你，果然是你！张铁柱被吓了一跳，果然是那只没尾巴的黄皮子。呵呵呵，是你爷爷我。黄皮子很大，跟土狗那么大他。它缓缓靠近张铁柱，然后慢慢站了起来，跟个人似的。他身子很长，站起来后甚至和张铁柱差不多高，瞪着两只冒绿光的大眼睛盯着张铁柱。你，你想怎么样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 张铁柱颤声说道：“这里，呵呵呵，你的梦罢了，有什么稀奇的？”黄皮子脸上露出诡异的笑，然后他右手凭空出现了一条黄皮鞭。卧槽！张铁柱脸色一下就变了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几天前做梦就是被这条黄皮鞭抽的。呵呵呵，张大胆，你个龟孙，坑死你爷爷我了！黄皮子迈步，一步步靠近了张铁柱，还抻了抻手里的皮鞭，发出噼啪噼啪的响声。我，你，你别乱来，老王头可在外面呢。 张铁柱怕了，他深知自己反抗不了，因为前几天在梦里就是被抽到的天亮。呵呵呵，我让你特么的告诉老子相信科学！啪啪啪！啊！第十六章头悬梁。啪啪啪！哥，黄哥，别打了，我错了。张铁柱被抽得皮开肉绽，在地上疼得打滚，可那黄皮子丝毫要停手的打算都没有，还在继续猛抽，边抽嘴里还边骂道：“我让你特么的相信科学，还他娘的说为了我好。” 啪啪啪！怕怕怕我他娘的是你儿子！啊！黄皮子越骂越来气，越抽下手越狠。张铁柱疼得在地上拼命趴，他想逃走，可惜了，他刚爬出去两步，那黄皮子便会拽住他一条腿，给他拖回来，然后继续抽。虽然这梦是张铁柱的，但根本由不得他做主，全部都是这只黄皮子说的算了。啪啪，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张铁柱嗓子都喊哑了，可那黄皮子丝毫没停。而这时，他突然感觉脸上一凉，整个人猛然惊醒，呼呼。 张铁柱双手猛地搓了搓脸，手上全是水，然后急忙摸向后背。“你醒了？”老王头问道。张铁柱感觉后背火辣辣的疼，但他根本摸不到伤口，也没有血迹。附近是老王头的家，老王头手里拿着个水盆。你“你刚刚给我泼醒了？”张铁柱问道。“废话，不然呢？”老王头没好气说道。“刚刚我……我咋了？”张铁柱猛地站起来，抓住老王头手臂，急声道：“前几天梦里被抽醒了后，后背没今天这么疼。” 但今天这是真疼啊，像是被火烧了似的。咋了？那黄皮子来磨你了呗？老王头用看白痴的目光看着张铁柱，他怎么进到我梦里的呀？张铁柱连忙又问道。这个问题他之前就想问了，只是一直忘了。那还不容易？趁你睡着了他自然能进去。老王头淡淡道：“托梦？难道你没听说过？听，听说过？”张铁柱无语啊。托梦一般都是家里过世的长辈托梦给晚辈，结果到了张铁柱这。 自己祖宗没梦见不说，却来这黄皮子托梦揍他，他怎么忍？老王头，我咋办啊？张铁柱颤声道。他看了眼挂在墙上的钟表，现在还没到晚上七点呢，在梦里感觉被抽了好久，结果才过去了几十分钟。呵呵，挺着不睡呗，还能咋办？老王头冷笑道。我，张铁柱无语啊。放心吧，在这里你还算安全，起码我家老仙在，那黄皮子不会太乱来。老王头淡淡说道。 然后他便没心思理会张铁柱了，回去坐自己的摇椅上，老神在在的。老王头，那我能睡不？不怕被打，你就睡呗。张铁柱，张铁柱决定了，不睡了。不睡是精神难受，睡着了是肉体加精神一起难受，并且还要忍受着黄皮子的语言羞辱。他怎么还敢睡？老王头家里有块大镜子，是那种镶嵌在衣柜上的。张铁柱走了过去，扒开了上衣，照了照后背，有点红，但什么皮外伤都没有。但那股火辣辣的痛感。 却一点也不消退。唉，张铁柱叹了口气，真倒霉。他感觉自己再这么魔怔两天，可能就成精神病了。他也终于理解了，镇子里经常有人说谁谁谁招惹了仙家，然后被魔封了。以前张铁柱全然不信，都当那些是封建迷信、骗小孩的。但现在他信了，而且比谁都要信，因为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，根本无法言语的痛苦。他感觉脑子里装的都是江湖，并且背后还十分疼。张铁柱心里甚至开始动摇了。 有了实在不行就供了的念头，供奉一只黄皮子，虽然在张铁柱看来十分的丢人，但也没有命要紧啊。老王头躺着悠哉悠哉的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张铁柱怀疑这老东西是不是睡着了。他重新回去坐下，但还是犯困。怎么办？张铁柱想让自己保持清醒。他现在有些恐梦症。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卧薪尝胆、头悬梁锥刺骨的那些大人物。虽然张铁柱记不得那些人的名字，但这些事迹他记得清楚啊。苦胆。 老王头家里应该是没有，锥刺骨的话又太疼了，头悬梁吧。张铁柱暗自点头，在老王头家里寻摸了起来。镇子和小县城，家家户户都会有麻绳这种东西。正巧在老王头家墙角有一个麻绳，张铁柱也没打招呼，将麻绳拿了起来，看了看头顶，他微微摇头，梁去哪搞？虽然是小镇，但家家户户住的房子屋里也都早没房梁了。有了，张铁柱看向屋门口，眼前一亮，他将麻绳绑在屋门上的梁上。 这种老式的土房、砖瓦房，进屋门地方的棚顶处都会有木梁，有的是玻璃窗户，虽然矮了点，但也够用。张铁柱满意的点点头，脸上还不自觉洋溢出得意的笑。我真机智啊！张铁柱将椅子搬到了门口前，将麻绳套在了脖子上，便坐下了。不睡，打死也不睡。老王头就那么躺着，始终没动静。张铁柱打了个哈欠，脑袋微微下沉，但头悬梁马上便有了效果，一下就给他乐精神了。不能睡。 张铁柱瞬间又恢复了清醒。就在这种困倦和头悬梁的反反复复中，张铁柱忍受着非人般的折磨。这个过程中，他始终迷迷糊糊，眼皮子耷拉了,了下来。大约摸过了一个小时，老王头迷迷糊糊的醒了。他寻摸了眼四周，看见了正头悬梁的张铁柱，揉了揉眼睛：“大胆，你他妈疯了！”老王头急忙站了起来，冲了过去：“张大胆，你醒醒！”啪啪啪啪，老王头上去抽了张铁柱好几个嘴巴子，然后他伸手放在张铁柱鼻子下面，想看看。 他还有气不啊？张铁柱一下清醒了，他刚刚一直陷入在困和清醒的挣扎轮回之中，非常的痛苦。被老王头这么一打，他直接就疼醒了。你打我干啥？张铁柱咬牙说道。我以为你要上吊。张铁柱。第十七章：窗外的黄皮子。张铁柱这一刻快被气死了，他瞪大了双眼，神色不善的盯着老王头，半晌后开口道：“你觉得我是那种人？啊，也对。” 老王头觉得自己的确想多了，张铁柱这种人怎么可能轻易自杀？其实自杀这种事也是分人的，对于别人而言可能了解不多，但像老王头这样算卦出马的，对于这些事了解的很透彻。自杀的人往往承受不住各种压力，于是选择了轻生。而实际上有一种想要轻生的人，他们会在轻生之前做出很疯狂的事，毕竟都打算死了，还怕什么？张铁柱很显然就是这种人，哪怕有一天张铁柱真打算自杀了，估计也得干出点大事来。 张铁柱叹了口气，眼皮子耷拉着，他也没心思和老王头瞎扯。他现在疲惫不轻，这种感觉太难受了。不睡觉，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，都是真正的酷刑之一。张铁柱感觉精神有些恍惚了，又想睡了，但他又立刻摇晃了下脑袋，不想让自己睡过去。现在刚快晚上八点，这一晚上还早呢。老王头重新回了摇椅上躺着，张铁柱继续头悬梁。老王头，你出马几年了？张铁柱想让自己清醒清醒，和老王头闲扯会。 忘记了，这可有年头了。老王头神色感慨，回忆着过往，真羡慕你，小日子滋润，天天啥也不用干，就有人给你送钱来。张铁柱叹了口气，语气里有些嫉妒。老王头日子过得好，这不是秘密。平日子在家呆着，来人算卦了，和人家聊上几句，钱就到手了。甚至一些有钱的财主给的钱，听说比他一个月工资都多。据说镇上当官的还有人悄悄的过来，让老王头给算命。相反，看看张铁柱这种苦逼，每天辛辛苦苦。 挣的钱都不够娶媳妇的，刘大成也是很好的例子。大冬天还得在外面干活，坐个出租车司机都不愿拉。羡慕？老王头听见这话就乐,乐了，他摇头苦笑：“你什么都不懂，羡慕个屁啊！我是读书少，但我又不傻。”张铁柱撇撇嘴：“罢了罢了，懒得和你瓜娃子争辩。”老王头指了指张铁柱，叹了口气。张铁柱也没吭声，他又挺不住了。没一会功夫，到了晚上九点，大胆啊，你真不回家？老王头问道。 他也来困意了，不回。张铁柱回答的十分干脆。那我去睡了，你就在这坐着吧。老王头头也不回，进了里屋。你，张铁柱无语啊。他还想说什么呢？老王头人就走了。其实之前张铁柱想住在老王头家，他是想着让老王头给他收拾个床铺，但现在他也不敢了。在老王头家刚刚睡着，那黄皮子就入他梦了。他觉得还是坐着好点。老王头回屋睡觉了，张铁柱自己坐在客厅。 炉子也不添木材了，屋子的温度有些降低，而且十分的静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妈的！张铁柱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子，让自己清醒清醒。他有些坚持不住了，哪怕在这头悬梁，他都感觉挺住了。张铁柱也不见外，直接跑过去将电视打开。他现在是肯定看不进去节目的，但他想借点动静，让自己壮壮胆的同时，还能提提神。老王头家是用的大锅盖，俗称卫星电视接收天线。 能收到的台挺多，但真正能看的并没几个。张铁柱随便找了个现在热播的节目，看着男女主角在里面秀恩爱。尔康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不要啊！我是真心的，难道你不懂吗？可可是，张铁柱看得直磨牙。这种爱情电视剧让他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可惜了，现在没什么别的好看的。靠着电视剧的确让张铁柱来了点精神，只不过用途还是不大。张铁柱很快便又要挺不住了，要十点了。 张铁柱看了眼时间，又顺着窗户瞅了瞅外面，结果这不瞅还好，一瞅就看见了那只黄皮子，正站在窗户外面龇牙盯着他呢，眼珠子绿油油的。卧槽！张铁柱吓了一大跳，一屁股直接坐地上了。如果是正常坐地上了还好，没什么大事。可现在张铁柱不正常啊，他头悬梁呢，咯嘣，麻绳的效果发挥了作用，直接勒住了张铁柱脖子，差点让他窒息。他脸色涨红，一口老气憋肺子里。咋了？咋了？里屋。 老王头听见动静，急忙跑了出来。一出来就看见张铁柱头悬梁，给自己勒得不轻。他急忙过去帮忙给张铁柱松开麻绳。呼呼呼！张铁柱大口喘息，脸色恢复了些，得救了。他看向窗户外，那只黄皮子没走，还盯着他呢，并且脸上还挂着诡异的笑，像是在讥讽着他。张铁柱这个气啊！妈的，这货脾气又上来了，抄起屋子里一个板凳就往外冲。他要和这黄皮子拼了！大胆！ 老王头也看见了那只黄皮子，他肯定不能让张铁柱乱来，这如果出了事还得了？但他怎么能拦住张铁柱这体格子？但等张铁柱来到院里时，那黄皮子早没影了。张铁柱看向窗户口，刚刚黄皮子站着的位置，地上的积雪上还有几个脚印。你出来，老子和你拼了！张铁柱咬牙切齿的咆哮。的确，跟老王头猜测的那样，他属于自杀的第二种类型，临死前要干大事行，哪怕死，他也不能让这黄皮子好受。大胆，别闹！ 进去，老王头急忙给他拉了进去。张铁柱的这种感觉别人不清楚，他是最清楚的，毕竟都是过来人。张铁柱进屋了，气冲冲的坐在了椅子上，杀气腾腾的。电视里还播放着节目呢，男主要强吻女主的画面，并且女主还大喊着“不，不要过来”。见到这一幕，张铁柱气的要砸了这破电视。老王头直接挡在了他身前，大吼道：“你他妈疯了！”第十八章菜刀劈电视，我看着来气。张铁柱咬牙说道。 你来气，你来气砸你家电视去，你砸我家的干啥？老王头骂骂咧咧，气得不轻。我，我家没电视。老王头叹了口气，他也知道张铁柱现在情绪不稳定，他将张铁柱安慰坐下，开口劝道：“大胆啊，你好好考虑考虑吧，不行就从了吧，也许没你想象的那么糟。从”从张铁柱冷笑：“我张铁柱会怕他？那随你吧。”老王头也懒得多说，转身又回了屋里。出马当相同这种事。 其实很多人最初都是不愿意的，所以人们往往会选择反抗。这个过程又长又短，定力不够、耐性不强的人，有些几天就妥协了；而那些犟驴、定力十分强大的人，甚至有些能对抗个几十年，有些甚至到死还不供奉。当然了，这其中也和抓地马的仙家脾气有关，和仙家的来历也有关系。来报恩的仙家，往往不会磨人；而报仇的仙家，则会往死里磨人。就比如现在的张铁柱，张铁柱也恢复了冷静，起码不会去砸电视了。 毕竟刚刚老王头有一句话说的对，这电视是老王头家的，他砸坏了，不是得赔吗？但张铁柱也不是好惹的，他跑厨房去了，将老王头家的菜刀拿在手里。如果那黄皮子再冒头，他就过去拼命。当然，张铁柱也害怕自己再睡着了，所以头悬梁并没停下。但这种狗血爱情片，他是肯定没兴趣了。他要换台，看看有没有其他能看的。于是，张铁柱右手握菜刀，左边遥控器便按上了。 换了几个台后，他发现有个台在播电影，而且演的还是僵尸片。对这种电影，张铁柱可是非常有兴趣的。尤其是现在看自己喜欢的电影，提神的效果肯定更好。电影主演是林正英，手持桃木剑在劈僵尸呢，打得十分的凶残，看得张铁柱热血沸腾，手中菜刀紧握。他甚至学着动作，微微比划了几下。等会那黄皮子赶来，我就这么劈他。张铁柱恨意不轻，打算将菜刀当桃木剑用。而这时。 电视节目突然一变，原本是英叔干僵尸，结果里面竟冒出了只黄皮子。啥？张铁柱懵了，揉了揉眼睛。这种恐怖片里面出现黄皮子很正常，但为什么那只黄皮子是缠上他的那只？同样也没尾巴，正在电视机里对他乐呢。操！张铁柱破口大骂，他差点以为那只黄皮子是主演。这种情况不用心思啊，那黄皮子怎么可能是主演？肯定是在搞他啊！本能反应之下。 张铁柱右手菜刀高举，直接劈了过去，噼啪！张铁柱这一菜刀直接将电视屏幕劈碎，同时迸发出了无数电光。啊！张铁柱整个人直接连电了，顿时电得他七荤八素的，身子直抽搐。这种电流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给张铁柱电死过去。砰！但好在因为他这一刀的缘故，跳闸了，没继续电下去。咋了？又咋了？里屋老王头又急忙跑了出来。家里跳闸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不过好在…… 老王头床边有个手电筒，还能让他用来照明。来到大厅之后，看见已经电抽抽了的张铁柱，又看了眼碎了的电视机。老王头气得跳脚：“张大胆，我操你奶奶个腿！这电视机还是没保住，最后还是被张铁柱这个犊子给劈了。”但现在也不是老王头心疼的时候，他急忙查看了下张铁柱的情况：“醒醒，醒醒！”老王头用力抽了张铁柱脸两巴掌，下手有点狠，多少掺杂点情绪。我，卧槽！张铁柱恢复清醒后。 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。首先是给他磨得精神恍惚，一气之下，所以他一菜刀就劈下去了。其实，如果张铁柱睡眠足够，精神头好点，也绝对不会做出劈电视这种傻事。他又不是傻子，菜刀可是导电的。但现在他脑子根本不清醒，有些事一定是要亲自经历后才能体会。用上帝视角去看，人人都是诸葛亮。老王头，这这不怪我。张铁柱急忙解释：“我劈的。”老王头没好气道：“你不知道。” 那黄皮子跑电视里去了。张铁柱想解释，但老王头根本不听。不过老王头也没提过分的要求，你回头给我买个一样的电视，这件事就算了。我没钱，借的。镇子上家家户户都有电闸，电闸是用铝丝接连，一旦发生异常或者用电量过多，就会出现跳闸这种事，修起来也容易。但现在天太晚了，外面漆黑一片，根本没办法弄了。老子回去睡了，你别吵了。老王头没好气走了。大半夜的，收留个张铁柱。 自家电视还被劈了，张铁柱叹了口气。原本屋子里还有光亮，能听到电视的动静，现在好了，啥都没了。漆黑的屋子里，唯一的光亮便是从窗户外露进的皎洁月光。晦气！张铁柱气愤不已，他就搞不懂了，自己是怎么会得罪这黄皮子的？他小时候为什么要手欠，将那黄皮子尾巴给劈了？妈的，早知道就不劈尾巴了，老子直接给你脑袋给劈了！张铁柱越想越气，如果当初那一铁锹不是劈的黄皮子尾巴， 直接将他脑袋劈了，是不是就没事了？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想多了。如果真那样了，他后果会更严重。张铁柱面无表情，独自头悬梁，手握菜刀，盯着外面一动不动。这种在愤怒和惊恐的情绪来回变动下，张铁柱觉得他距离精神病只差一个证。第十九章，家里着火，他心里默默打定主意：如果那黄皮子还敢冒头来，这次他一定和对方拼了。大不了就是一条命，宁可自己真死了。 他也不能让那黄皮子称心如意，这就是现在张铁柱的想法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啪啪啪啪啪啪。张铁柱只要困了，就上去给自己两嘴巴来提神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到了梦里就是对方的主场了，他根本对抗不了，所以他不能睡，绝对不能睡。他其实很清楚，之前睡觉了，如果不是老王头用凉水给他泼醒了，他估计那黄皮子在梦里能玩死他。在月光下，张铁柱看了眼时间，十二点半了，再坚持一会。 张铁柱咬牙，昨天的这个时间就是他撞见黄皮子的时候，这运气是真背啊！昨天生日他还许愿发财呢，结果这咚咚咚。而这时，老王头家院门突然有剧烈的砸门声传来。嗯，张铁柱一怔，是那黄皮子？不对，应该不对。在张铁柱看来，如果是那黄皮子要霍霍他，现在根本不会用砸门这种小伎俩。谁呀、啊？咋了？老王头迷迷糊糊又走出来了，让张铁柱留下。 真是他最错误的决定，他应该报警给这家伙撵走的。不知道，张铁柱摇头，从老王头手中接过手电筒，穿上自己的破棉袄，便跑出去了。当然，菜刀还握着呢。大胆，是我，快开门！出了屋子，便知道了来人是谁。黑子，你咋来了？张铁柱急忙跑到院门口，给刘大成打开了院门。快走，你家出事了！刘大成急声道：“我家？”张铁柱一怔：“我家咋了？”“你家着火了。”“啥？” 张铁柱懵了，我家好端端的咋会着火？不知道，你赶紧回去看看吧。”刘大成催促道。张铁柱二话不说，迈步就跑。刘大成是骑自行车来的，他离开之后便回了工厂，将自己的自行车取走了。张铁柱走的匆忙，甚至都没和老王头打招呼。是咋回事？刘大成登车，张铁柱坐后面。这一刻，张铁柱心急如焚啊！老窝着火了，那他不是废了吗？他很想自己登车，但体力真的不允许了。不知道。 刚刚李二去我家敲门，告诉我说你家着火了，消防车都去了，但联系不到你。我知道你在这，就过来找你了。刘大成简单解释了句，他也是累得气喘吁吁，载着张铁柱，十多分钟后便到了张铁柱家门外。刚刚离得老远，张铁柱便看见了天空黑云密布，家门口停了两辆消防车。天哪！张铁柱哭了，这是憋屈哭的。这他妈的，家还着火了！他急忙冲进了院子里，里面满是烧焦味，一片狼藉。 好几名消防员在院子里呢，张铁柱没理任何人，径直的走进了屋子里。屋子开着，里面全是水，墙面漆黑。他睡觉的看害他了。我、哦，张铁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他要崩溃了。柱子哥，你也太不小心了，人不在家，怎么还能生活呢？一名消防员走过来说道，他年龄不大，留着寸头，一脸笑容，五道够不大，彼此认识这很正常。这名消防员叫赵龙，和张铁柱关系不错。我家着火因为啥？ 张铁柱从牙缝里挤出声音来，他现在就是马上爆炸的炮仗，应该是炉子火冒出来引起的。柱子哥，你不记得了？赵龙说道。他给张铁柱解释了下，说是他们接到邻居报警，说这边着火了。等他们赶到的时候，炉子里火窜出来了，将放在屋子里的干柴都点燃了，然后连带着屋子就点着了。这便是初步火灾的判断，他们是这么判断的。但张铁柱十分清楚，家里根本没柴，而且他都不在家，炉子怎么会着？张铁柱恶狠狠地咬牙，不用心思。 他也知道肯定是那黄皮子干的，给他家偷了。刘大成这时也进了屋，一脸怜悯的看向张铁柱：“大胆啊，别难过了，滚！”张铁柱咬牙切齿的，现在他什么都听不进去。刘大成也没生气，他知道张铁柱现在心情肯定很糟。也是，谁家着火了，心情能好？张铁柱看着狼藉的屋子，他心如刀割，这让原本贫穷的家庭更雪上加霜了。而且他还把老王头家电视砸了啊！想到这些。 张铁柱愤怒地咆哮一声，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，只差半步就迈进崩溃的深渊里。好了，柱子哥，我们走了，下次小心点啊。”赵龙说道，觉得张铁柱怪怪的，手里还拿着个菜刀，但他也没多想。和刘大成他也认识，打声招呼后便离开了。张铁柱站在房子里发呆，他气得咬牙切齿：“该死，该死！”张铁柱的手都发抖，他这辈子从来没这么愤怒过。柱子，节哀。”刘大成又劝了句。 然后便走了。这大晚上的，他可不敢和张铁柱在一起。那只黄皮子太邪门了。如果不是他和张铁柱关系好，他都不能大半夜跑老王头家通知他。张铁柱愣在原地，半晌后，他竟笑了起来，怒极反笑，便是如此。当一个人气愤到达巅峰，便会如此，和喜极而泣差不多。你别让我抓住你，这次我劈了你脑袋！张铁柱眼珠子通红，恶狠狠道：“呵，就你！”而这时。 张铁柱身后传来了那只黄皮子的冷笑声。嗯，张铁柱一怔，杀气腾腾，猛地回头，就见那黄皮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进了屋里，跟个人似的坐在凳子上，一脸冷笑的打量着他。黄皮子眼睛绿油油的，身上还冒着绿气。你，杀！张铁柱拿到菜刀就冲过去了。老王头家的菜刀一直没离手。第二十章，物理攻击无效。张铁柱杀气腾腾，握紧了菜刀，冲了过去。 他眼珠子都红了，这一天被这只黄皮子玩得太惨了，而且不光是折磨他肉体和精神，还放火把他家给点着了，这不是要坑死他的节奏吗？张铁柱这性格怎么能忍？他现在恨不得啃这黄皮子两口肉。呵，就这，黄皮子冷笑一声，张铁柱手持菜刀一刀斩落，这一刀是奔着黄皮子脑门劈下去的。张铁柱打架经验丰富，刀枪棍棒样样精通，瞄得贼准，但他这一菜刀落下，结果却直挺挺的劈在了凳子上。 嗯，张铁柱瞪大了眼睛，他可以确定自己刚刚绝对没劈歪，这刀是从黄皮子身上穿过去了，对方像是透明的一样。呵呵呵，不自量力，老子道横恢复了，还能怕了你？黄皮子冷冷笑道。从始至终，他一下都没动弹。现在黄皮子和张铁柱的距离只有不到半米，两人可以说是大眼瞪小眼。尼玛<嘛>！张铁柱不信邪，将菜刀抽起来，又一刀落下，但结果和刚刚一样。 菜刀从黄皮子脑袋上穿了过去，又一次劈在了凳子上，没用。张铁柱下次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点。张大胆，你接着劈呀、啊！来来来，你别停下！黄皮子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我，张铁柱紧攥着菜刀，不自觉地后退几步。他现在很清楚，菜刀对着黄皮子没用。按他的理解便是，物理攻击没用。而这时，张铁柱想起来晚上电视里看的英叔拿着桃木剑劈僵,僵尸的事。对，没错。 张铁柱心里嘀咕一声，眼中闪过一色。他现在是可以不要命和这只黄皮子拼了，但关键是拼不过呀。他现在恨透了这只黄皮子，虽然杀父之仇和夺妻之恨，张铁柱都没经历过，但他觉得自己现在对这黄皮子的恨意绝对不亚于以上两种。呵呵呵，咋的，张大胆，你他娘也有怂了的时候？黄皮子冷笑，脸上露出戏谑之色。看见张铁柱怂了，他心情非常的顺畅。你，你别得意！张铁柱咬牙。 靠近了屋门处，如果有危险，他直接就从门逃跑。他心里有一个判断，那便是对方似乎也无法对他进行物理攻击。双方从见面到现在，张铁柱数次想和这黄皮子动手，但对方都没伤他。就比如现在，张铁柱手中的菜刀伤不到这黄皮子，对方占据了绝对的优势。如果是这种情况，对方下手伤他，张铁柱能怎么办？他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眼睁睁挨打而已。但对方并没有，这便证实了张铁柱的猜测。张大胆。 你坏了老子大事，老子不杀你，让你供奉我，你还不乐意了？黄皮子从凳子上站了起来，他没爬着走，而是直挺挺的站着，脑袋十分的长，一步步靠近向张铁柱。你怎样才肯放过我？张铁柱咬牙说道：“放过你？”呵呵呵，老子只给你两个选择：一供奉我，二死。”黄皮子冷冷说道：“妈的，让我供奉一只黄鼠狼，你做梦！”张铁柱咬牙切齿，后背冒出一层冷汗来。那你就去死好了。 黄皮子眼睛的绿光在这一刻更亮了，他身后的绿气喷涌而出。操！张铁柱大喝一声，手持菜刀，直接推门便跑，跑的那叫一个快啊！跑了！黄皮子愣了愣，他从屋子里穿出去，盯着张铁柱奔跑的背影出神。瘪犊子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！黄皮子恶狠狠地咬牙，然后整个人化作一股绿烟不见。妈的，妈的！张铁柱这次从家出来，甚至就连家门都没上锁。一方面是因为太过危险，二是门锁已经坏了。 被消防员砸了，张铁柱一路狂奔，他要去老王头家里避难。在老王头家里，好歹那黄皮子不会进屋霍霍他。刘大成不在，小镇子到了凌晨这会也没有出租车经过。张铁柱唯一能靠的便只有自己的双腿。虽然路程很远吧，但张铁柱并不怕辛苦。但从南山屯逃往向北边的路程并不顺利，不是非常坎坷。扑通，张铁柱摔倒，咬牙切齿爬起来继续前行。一分钟后，扑通。 张铁柱屁股坐地，再次咬牙爬起来，勇敢前行。扑通！张铁柱摔了个狗吃屎，吃了一嘴巴血。他再次爬起来，勇敢前行。扑通！张铁柱莫名的又一次摔倒，这次更倒霉，直接撞路边垃圾桶上了。而垃圾桶倒了，还正巧砸他身上了，给他压在了地面。东北冬天的地势滑不假，但这五分钟功夫都快给他摔瘫痪了。张铁柱就算反应迟钝，也猜到定是那黄皮子霍霍的他被垃圾桶压住。张铁柱在下面怒吼了起来：“黄皮子！” 你有种就弄死我！张铁柱腿都摔不好使了，他费尽力气才将垃圾桶从身上推走，自己坐着喘着粗气，疲惫、惊吓、精神恍惚，腿快摔断了。这些种种加一起，让张铁柱已经怀疑人生了。他发誓，自己过去二十四年所有的霉运加一起都没今天倒霉。他看向四周，发现没那黄皮子的身影。他缓缓起身，慢慢的前行。妈的，老子慢点走，看你能奈我何！张铁柱咬牙，一步步都小心翼翼。 甚至每一步迈出，还先探探路，用脚尖看看雪面下有没有结冰。东北这种小县城不像大城市，到了冬天有专门清理路面积雪的。每次下雪之后，路上的雪都会被车压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成了厚厚的雪层。这次安全了，张铁柱没有再摔倒，不过他的速度却太慢了。时间到了，大概凌晨三点，寒意渐渐变浓。张铁柱缓缓走了一个多小时，他才快到老王头家。老王头，张铁柱都快哭了，隐隐加快了步伐。 他觉得老王头家里应该是有家伙似的，他要找找用来对付那只黄皮子。又过了十分钟，张铁柱终于到了老王头家门口，院子门已经从里被锁上了。他刚打算敲门，而这时一旁阴影处却走出一名女子。你，你，这可给张铁柱吓了一跳，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张铁柱认三爷当干爹吧，认了的话，那黄皮子就不敢招惹你了。小翠笑盈盈地说道。第二十一章被鬼迷。你。 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张铁柱都被吓傻了，一脸惊愕地看着小翠。他很想问问这个女人，难道没听过人吓人吓死人？四周漆黑一片，在月光的映照下，小翠那张水灵灵的脸蛋看起来是那么的诡异渗人。呵呵呵，张铁柱，你怕我？小翠笑盈盈道，并没有直接回答张铁柱的问题。我怕你做什么？张铁柱强作镇定，他脑子乱得很，明明只是招惹了那黄皮子，怎么这李大仙家的小翠会突然出现？小翠收敛了笑容。 看向张铁柱身后的空地，然后他又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，眼珠子上下移动，像是在打量着什么。咕咚，张铁柱狠狠咽了口口水。不用问，他也知道小翠在看什么，八成是那只黄皮子。但问题是他自己看不见啊，似乎老王头也能看见，张铁柱也发现了，似乎只有那只黄皮子想让他看见时候，他才能看见，不然的话，张铁柱就跟个瞎子似的。张铁柱，你真不认三爷当干爹？小翠凝望了那片空地许久。 他才缓缓看向张铁柱，问道：“他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带给张铁柱心里的压力却一点也不小。”“不，先不了。”张铁柱摇头，他也没将话说死。毕竟对于这行，他就是个小白，什么都不懂。老王头在他看来是比李长蠢靠谱，但老王头如今不是也没别的办法吗？就只有让张铁柱供奉那黄皮子一条路。张铁柱其实打算将李长蠢那边当做后手预备着，实在不行的话，他再去认干爹。至于老王头说的那胡子鬼打算害死他。 张铁柱现在都被那黄皮子折磨得这么惨了，还能比这还惨？张铁柱，别犹豫了，跟我走吧。小翠眼睛一眨，身上透露出一股狐媚之气，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看得张铁柱心扑通扑通狂跳了起来。我……我……张铁柱支支吾吾，他竟然有些心动了。走吧，张铁柱，跟我回家。小翠笑道，缓缓迈着小步，要靠近张铁柱。还没等张铁柱反应过来，小翠已经走到了他身前。 小翠缓缓俯身，伸出了右手，打算去抚摸张铁柱的面庞。张铁柱脑子里一片混乱，呼吸渐渐急促了起来。春天来了，这是张铁柱心中唯一的想法。他缓缓闭上了眼睛，没有拒绝，也没有反抗，将一起都忘记了。大胆！而这时，却听见老王头突然大喊，将张铁柱叫得回过神来。啊！张铁柱一怔，扭头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，便见老王头披着棉袄，急忙从屋里跑了出来。老王头这一嗓子。 让张铁柱脑子一下就清醒了，他猛地打了个机灵，自己刚刚怎么了？心里打算顺从了小翠，小翠可是结了婚的啊，那是李长蠢的媳妇，他竟然心动了。虽然张铁柱为人很混也好色，但他有一个原则，那便是他人妻不可碰。结果刚刚他竟然莫名的都忘记了。我，我，张铁柱喘着粗气，他觉得自己一定是累傻了。他扭过头来，但发现小翠竟然不见了，没了，走了，人呢？ 张铁柱有点懵，挠了挠头，刚刚脑子是不好使，但也不至于一个大活人从自己面前走了，他都没有察觉啊！老王头这时也打开了院门，走了出来。张大胆，你刚刚见到什么了？老王头急忙问道。见到什么？张铁柱愣愣的说道。小翠啊，刚刚老王头叫他的时候，小翠就在他身前啊！老王头不可能没看到。小翠？什么小翠？你被鬼迷了！老王头厉声道，脸色十分难看。啥？鬼？ 张铁柱先揉了揉眼睛，又扣了扣自己耳朵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鬼，他刚刚见到的明明是活人啊！老王头，你别说笑了。张铁柱心惊不已，但还努力强作镇定。他活了二十四年，之前可从没见过鬼，这也是张铁柱为什么之前从不信鬼神之说的原因。但如今可好了，莫名其妙得罪了只黄皮子，有胡子鬼要收自己当干儿子。刚刚自己家被点着了，好不容易活着回来了，老王头还说他见鬼了。我骗你。 呵呵，<laughs> 张铁柱，你自己看看。老王头冷笑，指了指张铁柱身子前，看啥？张铁柱一愣，前面什么都没有啊，只有一层薄薄的雪。昨天夜里下小雪，老王头家门口他都没清理。呵呵，你说呢？老王头露出讥讽的笑容，用看白痴的目光打量着张铁柱。张铁柱愣神半晌，然后脸色刷一下就白了。这，我刚刚真见鬼了。刚刚小翠是蹲在了他身前，然后伸手打算抚摸他，所以。 他身前应该会有小翠的脚印才对，但现在却干干净净的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这说明刚刚这里没人。呵呵呵，你没死就行。老王头冷笑，扭头看了眼一处漆黑空地，然后他一语不发，转身回了院子里。张铁柱打了个机灵，彻底回过神来。喂喂！张铁柱起身，急忙追了过去。关门。到了屋子里，张铁柱脸色依然十分难看。老王头脱了棉袄，跑到炉子边打算点火。已经快天亮了，这回烧炉子是早了点。 但也到时候了。老王头，刚刚那鬼是谁啊？是那李大仙家的小翠。张铁柱开口问道。啊，你猜呢？老王头淡淡笑道，头都没回。我哪知道？张铁柱无语啊。老王头扭头看了他一眼，沉声道：“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是为了你好。”张铁柱。老王头原本这个点是在睡觉的，但出去动了一圈，他也精神了。张铁柱又困又累，但还是没将桃木剑的事忘记。老王头，你有家伙是吗？ 给我点，第二十二章借点家伙事。啥家伙事？老王头被问的一愣。桃木剑、黑狗血、黄符，有啥来啥吧，只要好使的就行。张铁柱嘴里嘟囔了一堆，这些东西他就是没见过，但也都听说过。之前电影里，英叔就是手持桃木剑劈的僵尸。啊、呃，你想做啥？老王头心里虽然有了些猜测，但还是不自觉问了出来。干那黄皮子！张铁柱咬牙说道，自己家都被点着火了。 这用深仇大恨来形容也不为过，而且刚刚在院门口见到的是鬼。虽然现在张铁柱心里并不清楚那到底是不是小翠，但从老王头那些弄剑法器保护好自己绝对没错。他现在都懒得管那些了，只要是打算害他的，那就干。你做梦呢，张大胆！那些东西就算给你了，你也用不了啊。为啥？张铁柱冷哼一声，不满道：“你就是抠，所以不想借我，对不？”老王头，这怎么会和抠挂钩的？老老王头不解。 其实他不知道，他下午和张铁柱要挂钱。其实那时候，张铁柱心里就认定了老王头这个人抠门。老王头，你借我，我给你租金。滚！法器哪有租的？而且不是我不给你，你真用不了。老王头有些嗔怒，他心里这个恨啊。原本这个时间他是该睡觉的，但因为去帮张铁柱，结果觉都没睡好。行吧。张铁柱无奈点头。虽然表面不提法器的事，但心里已经打定主意，等会趁老王头不备，他偷偷去找找。 你刚刚回家了，发生啥事了？老王头又问道。张铁柱跑出去开院门，然后人就没了。我家着火了，被那黄皮子给点了。张铁柱咬牙，恶狠狠道：“啊、呃，节哀。”老王头一脸同情，看向张铁柱，这瓜娃子是够可怜的了，自己家都能被黄皮子烧了。张铁柱气得不轻，冷哼一声，也不继续开口。老王头想了想，觉得似乎缺了点啥，不过他也没在意，觉得自己是记性大了，可能有啥没记住的。 我再去躺会，你看着点炉子。”老王头说道，将手电筒递给张铁柱。他直接回了里屋。现在将近凌晨四点，但距离天亮还早呢。张铁柱现在是又累又倦，还困得不行，虚脱感越来越严重。但他摇了摇头，坚决不能让自己睡过去。不行，我得坚持住。张铁柱很清楚自己睡着以后会有什么结果。那黄皮子在梦里抽他一顿都是轻的。等老王头回里屋二十分钟后，张铁柱觉得时候差不多了。 然后他偷偷的潜入了老王头供奉仙堂的屋子里。来到这里后，张铁柱没直接下手，而是先走到唐丹前面拜了拜。各位仙家，小弟张铁柱今天遇难，所以来借法器一用。你们放心，我肯定会还的。你们不吭声的话，我就当你们是同意了。多谢，多谢。嘀咕完了这些，张铁柱便动手翻了起来。张铁柱打着手电筒去去翻柜子，还有老王头算卦的办公桌。办公桌里有很多种黄符，张铁柱看得眼前一亮。 但他也不是傻子，符咒这种东西他之前是没见过，但也听说过、啊，知道一种符箓只能对症一种毛病，这些都是干嘛的？张铁柱嘀嘀咕咕，这些符箓上有些是用文字书写的，还有些是用他不认识符号书写的，这些符箓的作用张铁柱都不清楚。用文字画出来的还好一些，起码看到上面的字，他大概能猜到用途。可那些没有字的，就让张铁柱郁闷了。先都收起来，管他呢。张铁柱寻思了下，就将这些符录都装进了口袋。 有了符箓，张铁柱没着急离去，继续看看有没有其他的。他翻箱倒柜，但什么都没看见了。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，张铁柱也不认识。不够啊！张铁柱呢喃一声，觉得光这些符箓还是差了点。他想了想，看向了红糖丹，眼前顿时一亮。对了，香炉灰！张铁柱想起以前看电影，他记得在里面香炉灰是个好东西，灭恶鬼似乎有用。张铁柱跑到唐丹前，他刚伸手去拿香炉，但想了想，觉得不行。 于是他双手合十，拜了拜唐丹老仙们啊，小弟我也是被逼无奈，为了活命，只能如此了。还望各位大人有大量，不要怪罪我。如果你们不愿意，直接开口告诉我。你们不说话，我就当你们是答应了呀。张铁柱直接动手将香炉搬了起来，大把大把的往口袋里装香灰。香灰不算太多，但也不算太少。没一会功夫，张铁柱口袋就装满了。他一点也不嫌弃埋汰。多谢多谢。张铁柱离开前。 还不忘记又拜了几下。到了客厅，张铁柱心里有了点底气。他困得不行，现在属于一闭眼睛就能睡着。但张铁柱没敢睡，还在咬牙坚持，继续将麻绳套在了脖子上，头悬梁。继续。大厅里除了钟表的声音外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电视坏了，家里跳闸了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其实张铁柱更想睡怕，怕怕。张铁柱不断抽自己来提神，哪怕有了黄符和香炉灰，但张铁柱根本不知道这么做有用吗？ 张铁柱迷迷糊糊闭上了眼睛，他又要挺不住了。但这次他脑袋没往前搭了，而是没控制住，奔着后面去了。没错，张铁柱仰脖了，呼呼，头悬梁是有用，但只针对脑袋下沉。如果仰脖睡的话，头悬梁没半点用途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张铁柱不自觉的又睡着了。这里是张铁柱揉了揉眼睛，自己怎么回家了？没错，张铁柱现在就是在自己家里，而是还是烧焦后的样子。完了。 张铁柱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，啪啪啪，他猛地抽自己，但是屁用没有。呵呵呵，张大胆，那只黄皮子走了出来。你，你别过来，我有家伙事了，不怕你了。第二十三章，仙师，家伙事。黄皮子不屑的冷笑起来，他站了起来，就跟个人一样，盯着张铁柱上下打量。<你>小子，你胆子倒是挺大的，人家的香灰也敢随便拿。你怎么知道？张铁柱脑子有点乱，自己明明什么都没说啊。 这黄皮子竟然知道他偷拿香炉灰的事，呵呵呵，知道怎样，不知道又怎样。黄皮子继续冷笑，别说那些废话，你快点放我出去！张铁柱咬牙，默默后退两步，同时他还伸手触碰裤兜，发现里面的香炉灰和黄符都还在，外面的东西也可以带到梦里来。这么说，他还有点准备，不至于束手待毙。但是虽然话说如此，张铁柱心里仍然是充满了恐慌。这黄皮子道行太邪性了，他害怕对方会直接灭了他。 张铁柱，呵呵呵，黄皮子冷笑，他手里又出现了那根黄长鞭。咕咚，张铁柱现在后背还疼呢，这要是继续被抽还得了？张铁柱转身想跑，但屋里的门根本就推不开，那黄皮子一步步的靠近，目露凶光，将手中长鞭高高举起，一鞭子抽了下去，啪！啊！张铁柱惨叫一声，连连后退，同时他猛地将手插进了兜里，抓了把香炉灰在手中，直接奔着黄皮子扬了过去。呵呵，黄皮子冷笑。 那香炉灰就跟透明的一样，直接从黄皮子身上透了过去，全部洒落在了地上。喂，为什么？张铁柱傻眼了，半点用没有。但他不信邪，继续伸手将其他的香炉灰都拿出来往外扬，但结果也都一样，全部洒落在了地上，根本触碰不到黄皮子。呵呵呵，告诉你没用了，你还不信？黄皮子冷冷笑道：“我好心告诉你下，香炉灰这东西对付道行不够的鬼仙还行，对付我吗？呵呵呵，屁用没有。” 张铁柱面露绝望之色，完了，这不都毁了？香炉灰没用，接下来怎么度过？这黄皮子在梦里不得抽死他！但突然，张铁柱眼前一亮，香炉灰没用，那用黄符呢？虽然不知道那些黄符都是干什么的，但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。张铁柱咬牙，两手掏兜，将偷拿来的黄符都攥在了手里。再吃我一招！张铁柱一口气将两把黄符都扔向了黄皮子。 黄皮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弄得愣了下，糟糕，他刚刚只看见张铁柱兜里有香炉灰，并没看到还有黄符。香炉灰对黄皮子是没用，但却有一种特殊的效果，那便是屏蔽，让黄皮子没了透视的能力。黄皮子脸色一变，一起来的太突然，他想躲已经来不及了。黄皮子的反应都被张铁柱看在眼里，他一脸大喜。张铁柱认为这黄皮子一定是怕了，其实别说是张铁柱这么认为，黄皮子心里也是这么想的。 张铁柱突然扔出一堆黄符来，说不定里面真有能伤到他的。但所有画符都落在黄皮子身上后，他却没半点反应。黄皮子愣了下，看了看身上的黄符纸，一脸的怪异之色。完了！张铁柱见黄符没用，他表情瞬间凝固，僵硬在了原地，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他现在没资格反抗了，要被抽就来吧。没办法了，他最后的手段都用了，他认命了。但那黄皮子没着急动手，而是低头看了眼贴在他身上的黄符。 招财符、起运符，还有桃花符。黄皮子表情很精彩，他惊愕地抬头看向张铁柱：“你特么用桃花符扔我做啥？我他妈是公的！”张铁柱半晌后，张铁柱憋出了一句：“我知道。”他被这只黄皮子折磨了这么久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对方的性别？他也没想到自己能从老王头柜子里偷出张桃花符。你知道？你他妈知道还用桃花符扔我？那黄皮子气得跳脚，手持黄皮鞭抽了过去，啪啪啪啪,啪！啊！ 哦，oh! 老王头，快泼醒我！你叫吧，叫破喉咙也没用。黄皮子冷笑，继续一鞭子一鞭子狠狠的抽下去。张铁柱这家伙竟然用桃花符扔他，这是耻辱，天大的耻辱！张铁柱嗓子都喊哑了，但根本没用，他甚至都被抽昏了过去数次，然后却被黄皮子用水浇醒，他再接着抽。这个过程漫茬而疼痛，我他妈让你相信科学！黄皮子一鞭子下去，嘴里还怒骂着：“我不信了，打死也不信了。” 张铁柱哭着叫嚷：“我他妈让你为了我好！”张铁柱觉得他似乎是度过了一天一夜那般漫长。黄皮子体力似乎无穷无尽，下手狠辣无情。黄哥，你原谅我吧，我错了。张铁柱最后被打老实了，他认怂了。他感觉自己再被打下去，估计真会被活活打死。哪怕他知道这是梦，不是真的，但这种真实的疼痛感，张铁柱发誓和真的一样。咋了，张大胆，你不是挺生性的吗？咋认怂了？ 黄皮子冷笑道：“怂了，认怂了。”张铁柱连忙说道：“其实黄皮子虽然话这么说，但他心里吃惊一点不小。张铁柱被他毒打了这么久才认怂，如果换成其他人，估计早就跪下叫爷爷了。我让你供奉我，你供不供？”黄皮子一只脚跺了起来，一脸的高傲之色。供！张铁柱咬牙，他不甘心啊，但决定还是先认怂。不怂不行啊，不怂他怕是会被活活打死了。呵呵呵，老实就行。 叫声仙师听听，黄皮子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仙师傅，张铁柱叫的十分生硬，像是忍受了莫大的屈辱，蕴含点感情。再叫一次，仙师，感情不够。黄皮子摇了摇头。仙师，啪！别他妈学娘们叫。第二十四章能屈能伸。黄皮子对张铁柱怒声呵斥，光说话还不够，顺手还给了他一鞭子。我，张铁柱憋屈死了。他叫的声音说他喊的没感情。 他叫的温柔点，说他娘们，说他娘们也就算了，还特么动手抽他！你什么你？黄皮子大声呵斥。我张铁柱就是那么好欺负的吗？张铁柱咬牙切齿，啪啪啪！黄皮子没开口说话，直接用行动去证明我好欺负。我错了，别打了！张铁柱惨叫了起来，叫，仙师，乖！张铁柱发誓，他活了二十四年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憋屈过，这是刻印在骨子里的屈辱。但好汉不吃眼前亏。 张铁柱打算先忍了，等黄皮子放自己离开，再想办法对付他。黄，嗯。黄皮子神色不善，瞪了张铁柱一眼。先师，嗯，啥事啊？黄皮子满意的点点头。那个，你能放我离开了吗？张铁柱讪笑道：“磕个头再走吧。”黄皮子淡淡道：“张铁柱，还要让他磕头？”见张铁柱脸色难看，黄皮子冷冷说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愿，愿意？”张铁柱咬牙。 双腿打颤地跪了下去，然后磕了一个，砰，行了吧？没蕴含感情。黄皮子微微摇头，砰，张铁柱又磕了一个，行了吧？不够响啊，砰，张铁柱狠狠一用力，磕了个响头，脑门都生疼了。行，行了吧？行了，滚吧，回去告诉王家地马，三天后晚上接老子下马洛坡。黄皮子淡淡说道：“下马洛坡，那是啥？”张铁柱不解问道：“回去问老王头。”啪。 黄皮子又是一鞭子抽下，但这一鞭子下去，张铁柱没觉得疼，反而猛地睁开了双眼，清醒了过来。啊！张铁柱一声惨叫，身子猛地向前，然后他便被勒住了脖颈，弄得无法喘息。他一直头悬梁来着。嗨嗨！嗨张铁柱急忙将麻绳从脖颈上摘了下去。现在外面天色已经亮了，光线充足。醒了？面前传来了老王头冷冷的声音。张铁柱缓和了下，抬头看向老王头，恶声道：“老王头，你一直在这了。” 是啊，那你为什么不叫醒我？张铁柱眼珠子都红了，他在梦里被打得那么惨，还被逼得下跪叫仙师，太惨了。而老王头竟然在，却一直没叫醒他。呵呵呵，张大胆，你说我为啥要叫醒你？老王头冷笑，然后用手指了指地上。嗯。张铁柱一愣，顺着老王头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一地的香炉灰，还有他偷拿的黄符，被发现了。卧槽，怪不得老王头没叫醒他，反而在看好戏。 老王头，我就是想借点家伙事傍身，但这些东西都没用上，还你了。张铁柱故作镇定地说道：“张大胆，我操你祖宗！你个缺德的瘪犊子，老子家香炉灰你都偷！”老王头暴怒了，气得跳脚。如果不是岁数大了，手脚不灵活，打不过张铁柱，他现在肯定直接动手教训张铁柱了。他之所以没叫醒张铁柱，也是想看看张铁柱的笑话，让那黄皮子收拾张铁柱，才可以最大程度的折磨张铁柱。别吵了，老王头气大伤身。张铁柱起身。 安抚了下老王头，这老家伙气得脸红脖子粗的。张铁柱还真怕他背过气去。老王头深吸了几口气，将心里的火气压了下去。张铁柱这个犊子能干出这种事不稀奇。梦里都发生啥了？我听你将那黄皮子先湿了。老王头问道。对，对，我被打得老惨了。张铁柱急忙说道。提起这个他就憋气啊。咦？但张铁柱又觉得不对，自己后背竟然不疼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咋了？老王头问道。 那个事情是这样的，张铁柱将梦里发生的事都说了出来，其中包括他被毒打，然后认怂妥协，到了最后黄皮子留下的那句“三天后接他下马落坡”。嗯，老王头点了点头，你这算是应下了，如今也算是他地马了，所以他才没继续折磨你，没让你将疼痛带出梦里。老王头开口解释道：“还能这样？当然，我算是地马了，啥意思？”张铁柱又问道：“刚刚没反应过来，你不是已经叫那黄皮子先师？” 并且还磕头了吗？虽然差了点仪式，但基本已经定了。等过几天，你正式请他回家就行了。老王头开口说道：“啊、呃，我那是骗他的。”张铁柱急忙摇头：“啥？”老王头愣了下：“骗他？对啊，我总不能死梦里吧？我那叫大丈夫能屈能伸。”张铁柱解释道：“张大胆，你疯了！”老王头摸了摸他脑门：“你做啥？”张铁柱不满，直接将老王头的手帕拉开。“张大胆，你不答应是不答应的。” 但你一旦答应了，便不能反悔，这是行规。你知道为啥那黄皮子这么闹你，地府阴司都没人管吗？这就是因为规矩。而你答应他了，现在又打算反悔，你这是拿人家当傻子耍呢？后果会更严重。有多严重？张铁柱有点懵，听老王头这么一说，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了。多严重？老王头冷笑：好点进精神病院，不好真选个坟头吧？张铁柱，老王头，救我！我咋办？张铁柱懵了。 呵呵，<laughs> 答应的事反悔不了。我劝你还是等三天后，老老实实的供奉他吧。反正我丑话说前面了，我是不会继续收留你了。谁知道过几天你反悔，那黄皮子会干出什么狠事来？别牵扯到我。老王头淡淡说道，听他的语气，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。我张铁柱凌乱了，能屈能伸，结果这不光屈了吗？他伸不起来了呀。第二十五章五婆张大胆，你别说我不仗义，能收留你住一宿，我够意思了。 老王头淡然道：“张铁柱气愤不已，但又无可奈何。他很想蛮不讲理地说老王头不讲究，但最后还是没将这话说出口。老王头收留他这一晚上的却，却发生了很多事。单单是电视被他劈了，还有跳闸，这些一般人就承受不了。好了，张铁柱，你回去自己考虑吧，别在这待着了。”老王头开始撵人了。“喂喂，老王头，你不管饭吗？”张铁柱说道，“煮碗面条就成，你行吧？”老王头叹了口气。 原本他也是要做早饭的，多带个张铁柱的也不是不行。但等老王头到了厨房后，却是愣住了：“张大胆，我家菜刀呢？”老王头急忙跑了出来：“菜刀！”张铁柱脸色一下变了：“我没看见啊！”“你特么撒谎！昨天你带着菜刀出去开门的，然后人就没了。”老王头呲牙说道：“嘿嘿，老王头你记性差，肯定记错了。这早饭我不吃了，先走了。”张铁柱撒腿就跑，老王头在原地破口大骂：“收留张铁柱一夜，太倒霉了！” 张铁柱的却忘将菜刀放哪了。昨天回家见到黄皮子，他光顾着跑来着，菜刀随手就给扔了。现在张铁柱虽然还有些困倦，但被黄皮子一顿抽的那段时间，他也算是休息了的。虽然时间不多，但也有四个小时左右，所以养了些精神。咋办啊？张铁柱从北山奔着南山走着，他脸上满是愁色。真要供，他昨天使用的是缓兵之计，但听老王头话里那意思，如果不供的话，后果会更严重。但如果供了的话， 岂不是说自己怂了？但在梦里，他的确是怂了，连头都磕了。张铁柱路过镇子中心街，吃了三个大包子，一碗豆腐脑，然后才回家。他心里在盘算着，要不要去李长成那看看，实在不行就从了那胡子鬼，认他当干爹。但如果没凌晨那会小翠突然出现的事还好，小翠出现的诡异，走的也诡异。老王头还说那是鬼，还打算害死他，所以张铁柱心里更没底。张铁柱陷入到纠结两难之中。 他这个样子可是非常少见。到了家中，张铁柱牙关紧咬，怒不可遏：“妈的！屋子里里外外地面上都结冰了，墙壁都是被烟熏火燎后的痕迹。这收拾一圈可是个大活。那黄皮子下手太狠，直接放火点房子，就不怕连累到他邻居？大冬天的，屋子里又被这么一冻，想收拾可费劲了。”张铁柱先将炉子收拾了下，将炉子里的冰都给刨了出来，然后先点火，屋子里暖和一些，他收拾起来才方便。他从早上足足收拾到了下午。 总算是收拾完了，但被烧焦了的墙壁还没来得及收拾，算了，回头刷下墙吧。张铁柱叹了口气，栽栽愣愣地躺在了炕上。供不供？张铁柱又一次陷入了沉思。如今留给他的时间只剩下三天，按照老王头的说法，那黄皮子三天后才会来。他如果要反悔，定要用这三天时间想到办法才行。晦气！张铁柱气愤不已。他现在又累又困，早上补的那点觉根本不够，但现在也不是让他睡觉的时候。 张铁柱等炉子火灭了，穿上破棉袄就跑了。他再次跑到了刘大成的工厂。啥？你他妈还让我给你找大仙？刘大成都傻眼了。昨天陪着张铁柱去趟李长蠢家，都给他吓得够呛。这又来？对，别说那些废话了，急！张铁柱催促道，拉着刘大成就走。刘大成是真心不愿意插手张铁柱的事了。张铁柱家都被那黄皮子给放火点了，他害怕自己也受到波及。可这，双方又是好兄弟，让他不帮忙？ 他觉得有些说不过去，于是刘大成还是咬牙同意了。在木材厂老板骂骂咧咧的声音下，两人又一次离开了。这次打车十分顺利，哪怕刘大成还是那副邋遢的打扮。东山喇叭沟，刘大成喊道：“好嘞！”司机一口应下，乐呵的不行。喇叭沟可是个远地方，从这里出发起码得十多里地。那么远，张铁柱惊道：“是啊。”刘大成点头。司机出发，小镇的车少，根本没堵过车。没一会后便到了。 二十块钱，司机开口。十块，张铁柱说道，直接从兜里掏出张十块钱扔了过去。你这么远的路，司机骂骂咧,咧咧，但张铁柱根本不在乎。小镇的出租车早些年根本没有打表这种事，要多少钱都是司机开口直接要价。刘大成没管这种破事，只要不让他拿钱，爱咋地咋地。到了喇叭沟，刘大成还领着张铁柱往里走了一段距离。之所以叫喇叭沟，是因为从外面到里面生活的区域正巧是个喇叭的形状。 刘大成带张铁柱来的，这大仙家叫五婆，是个岁数大的老太太，一直独居在喇叭沟。咚咚咚，简陋的院子外，刘大成直接敲起了院门，张铁柱都没敢下手，因为这院门太破了，他生怕下手狠了，直接给院门敲坏了。他心里诧异，老王头算卦小日子过得滋润，怎么这五婆家里会这么穷？路边的帐子也都破破烂烂，属于风吹大点随时都会倒的那种。站在门外面都能将里面看得清清楚楚，刘大成也不敢太用力。 生怕将门给敲碎了。一旁邻居家的院子里传出了狗吠声。没一会后，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太太走了出来。“谁啊？”老太太的声音略微沙哑，显得有些中气不足。“我……我……五婆，刘大成，之前来过你这。”刘大成笑呵呵道。“刘大成，哦，对对对，前几年好像来过。”五婆露出恍然大悟之色，然后将院门打开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五婆看向刘大成问道。“五婆，我带个兄弟来给你看看。” 刘大成看向张铁柱，五婆你好。张铁柱笑着打招呼。老太太之前看刘大成还是蛮亲切的，但当他看见张铁柱后，脸色唰一下就变了。晦气，身上怎么这么多清风烟魂？第二十六章，你的命有古怪。清风烟魂。张铁柱露出不解之色，但听名字就知道肯定不是好东西。五婆，他咋了？刘大成急忙问道。五婆没吭声，而是一脸严肃的打量着张铁柱，他的眼神变得十分锐利。 犹若鹰眼一般，似乎能将张铁柱整个人都给看透了。得罪仙家了，五婆缓缓开口：“对，对，一只黄皮子。”张铁柱急忙点头。他能看出来，这老太太也是有点本事的。他来了后什么都没说，对方就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，还撞到了冤魂。五婆又问道：“张铁柱，挠挠头，不解的问道：那个五婆，冤魂是啥？一只女鬼，道行还不浅。”五婆淡淡说道：“女鬼。” 张铁柱吃了一惊，难道五婆说的是他早上见到的小翠？我好像是见到了，那就对了。你身上跟着的脏东西现在可不少啊！五婆叹了口气，深深打量了眼张铁柱，这看的张铁柱心里叫一个发毛。五婆，我咋办啊？张铁柱慌了，心里一点底没有，又是清风又是烟魂的，跟我进来吧。五婆淡淡说道。张铁柱、刘大成跟着五婆进了屋子里，刚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。 酸菜味，还有一股霉味。张铁柱不是一个矫情的人，但这股味道他都差点受不了。而且屋子里的环境，啧啧啧！张铁柱发誓，他这辈子没见过如此朴素的家，用家徒四壁来形容，张铁柱都觉得不够。来这边，老太太招呼张铁柱进了屋子，刘大成跟在一旁。坐，老太太这会十分强势，像是换了个人。张铁柱听话，直接坐在了一个小板凳上。小板凳忽忽悠悠，他都害怕随时会被坐趴下了。 屋子里温度没比外面强多少，而且窗户还有点漏风。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五婆看向张铁柱。张铁柱，五婆，我这是能解不？张铁柱问道。呵呵呵，你要是信我，这都不算是。五婆十分有自信的说道。听见这话，张铁柱激动不已。老太太敢这么说，证明她肯定是有真本事的。一些隐世高人不都是藏在山上，过的艰苦朴素的日子吗？比如少林寺的扫地僧。 现在张铁柱认为老太太就是这种世外高人。小娃娃，你莫急。五婆淡淡开口，然后从一旁打开一个破旧的铁盒子，里面都是旱烟丝。老太太动作娴熟的开始卷烟。这年头便宜点的香烟也就两块钱一盒，抽卷烟的人已经很少了。张铁柱没吭声，刘大成也没吭声，就那么默默看着。老太太叭叭，将卷烟点燃，抽了起来。老太太抽得很快，顿时四周烟雾缭绕。张铁柱心里莫名的紧张起来。老太太微微眯眼。 然后将手中的卷烟放在了桌子前，烟屁股朝下，将卷烟立住。五婆没吭声，看了看烟火后，继续卷烟。叭叭叭，一根，两根。五婆一共立了三根卷烟。话说也怪，最初的那根是最先点着的，但燃烧到的部位却和最后点着的那根一样长短。五婆没吭声，默默打量着三根香烟。张铁柱好奇，贴近刘大成耳边问道：“这是啥呀？点烟看病？听说只有那些老辈的大神才会。”刘大成小声回道。 张铁柱点点头，听见刘大成这么说，他心里底气更足了，觉得老太太定是个高人。过了半分钟后，老太太面露愁色：“小娃娃，你避不了了呀！”啥？张铁柱一愣，急忙问道：“五婆，你说清楚点。”唉，五婆深深看了眼张铁柱，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你的命有古怪，我的命有古怪，这是啥意思？”张铁柱听得有些迷糊。五婆微微摇头，没直接回答张铁柱的问题。 而是看了眼屋子里的一处空地，麻烦退让一下，我这边忙呢，给我老太太一个面子。五婆对着空地冷声开口：“张铁柱。”张铁柱心惊不已。他之前虽然知道老王头他们这些大仙都能看见灵体，能见到鬼和仙，但老王头也好，还是李长蠢，他们都没和五婆一样直接对着空地开口的呀。张铁柱和刘大成谁都没说话，害怕打扰到了五婆。我老太太活不了多久了，死了以后都是鬼，难道你们这点面子都不给我？五婆继续说道。 声音更冷了几分，张铁柱的心快提到了嗓子眼。听五婆这口气，似乎是碰见了个厉害的，两人在谈判呢。呵呵呵，别忘记了，我可是顶香的，死了以后会如何？我想你们清楚的很。五婆发出渗人的冷笑，呼呼呼。五婆这句话说完，屋子里莫名出现一道阴风，这阴风寒气逼人，弄得张铁柱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并且这阴风还刮起了浓烈的酸菜味。张铁柱忍不住捂住了口鼻，他很想说，暗处这家伙不讲武德。 谈判就谈判，刮阴风就刮阴风，你还带掺杂毒气的。但腹诽的心思就持续一会，那阴风便消失不见了。五婆吐了口气，缓缓扭头看向张铁柱：“莫怕，他走了。”五婆开口。桌子上的三根卷烟此时已经快烧到了烟屁股，但三根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别，那便是烟灰不掉，烟灰一点没掉。好，好。张铁柱点头。其实仔细想想，张铁柱是因为自己看不见，所以心里才没底而已。他经历过的事不算少了。 李英胆子没这么小才对，刘大成也放心了下来。其实刚刚经历了那一切，他也很害怕。小娃娃，现在屋子里安全了，那些玩意都走了。五婆缓缓说道：“我接下来告诉你的是，你要记住了。那黄皮子，你一旦供奉了，你的命便由不得你做主了。第27章”第二十七章死，由不得我做主。张铁柱愣住了，这是啥意思？他完全听不懂啊！命是自己的，怎么会由不得自己做主了？难不成他想自杀还能死不成？ 或者说像修真小说那样出现夺舍的事，那怎么可能？说不得，说不得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五婆摇摇头，不肯将之后的事说下去。张铁柱听得无语啊，这算什么事啊？直接将事情说明白不行吗？这么不是干急人吗？五婆，那我这是？张铁柱又问道。五婆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比我想象中的还麻烦。如果我年轻个十岁，还能帮你折腾下，但现在不行了。这……那我……张铁柱傻眼了。 刚刚老太太不是说都交给他吗？怎么这就怂了？他怎么办啊？孩儿啊，我能嘱咐你的只有一句话：三思，考虑清楚了。你一旦供奉了，便等于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”五婆语重心长地说道。“不归路？”张铁柱急道。“五婆呀，您老说清楚点啊，啥不归路啊？”张铁柱感觉自己快崩溃了。原本他是打算实在不行就供奉，但听五婆这么一说，供奉的路似乎更危险。而李长蠢呢，胡子鬼要收他当干儿子。 张铁柱原本也是想同意的，但凌晨见到小翠后，张铁柱心里没底，觉得李长蠢没安好心。但如今这，他该怎么办？听五婆的意思，他也没办法呀。唉，这都是命啊！五婆叹了口气，想说些什么，但最后还是没说出口。噼啪！忽然，五婆身边的罐头瓶子碎了，里面的热水洒了出来。生活在小镇，条件都有限，很少人家会买水杯，都是买个水果罐头，吃完里面的水果，然后用罐头瓶子当水杯使。碎掉的这个罐头瓶。 就是王婆用来当水杯的。突然发生的动静吸引了三人的目光。如果是之前，张铁柱不会多想，但现在不同，他清楚屋里肯定是来了脏东西。呵呵呵，我老太太是吓大的，敢威胁我？五婆看着碎瓶子，开口冷笑了起来。这档子事，我老太太原本也不想管，但你们这么逼我，免不得惹怒了我老人家，说什么也要管上一管了。五婆怒声开口。听见这话，张铁柱心中大喜。 这些脏东西给老太太惹毛了，老太太愿意出手了。但接下来，屋子里忽然刮起了更加恐怖的阴风，五婆刚刚点着烧成灰的三根烟，顿时都飞了起来。三根卷烟的烟灰在空中盘旋，缓缓用烟灰组成了个字，一个死字。刘大成脸都吓白了，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张铁柱不自觉的后退了一步。太阳可还没落山呢，这脏东西就这么厉害了？当着五婆的面，竟敢这么大胆？你、你们！五婆恶声开口。 他的脸色十分难看，屋子里回荡的阴风没停下，还在继续回荡着。现在张铁柱甚至都没顾上那更加浓烈的酸菜味了，他这一刻屏住了呼吸，担心附近会随时发生危险。那死字一直都在，烟灰半点没落地。五婆怒了，伸手抓起了一把烟丝，嘴里嘀嘀咕咕念叨着什么。去！五婆高喝一声，将手中的烟丝扔向了死字，噼啪！五婆扔出的烟丝和死字碰撞，竟冒出了火光来。我的妈呀！刘大成吓了一跳，这家伙直接一屁股坐地上了。 张铁柱也默默后退两步，心中又怕又怒。他怕是因为自己看不见这脏东西，为之产生恐惧；他怒是因为这脏东西是奔着他来的。但问题是，张铁柱现在竟然不清楚这脏东西是什么了。刚刚五婆什么都没说啊，她也没告诉张铁柱是那黄皮子搞的，还是跟在他身上的清风烟魂搞的。烟丝和死字碰撞后爆发出的火光渐渐湮灭，刚刚组成死字的烟灰渐渐落了下来。五婆则是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 他的脸色更加苍白，嘴唇甚至都干瘪了。五婆，你没事吧？张铁柱急声道，想过去看看五婆的情况。他心里觉得十分愧疚，因为他的事将五婆给连累了。没没事，别过来，让我自己缓缓。五婆挥挥手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好好的。”张铁柱停下了脚步，他心里有很多疑问，迫不及待地想知道。但五婆因为他的事，如今都折腾成了这样，他也不好意思开口。刘大成缓缓从地上坐了起来，他脸色仍然惨白。 甚至没比五婆好多少，孩儿，你这是难办了。半晌后，五婆虚弱的开口：“那，那我怎么办啊？”张铁柱急声道：“唉，盯上你的人很多，不，不对，这些东西不该叫人。”五婆缓缓说道：“不是人。”张铁柱一惊：“不是人，那就是鬼了。而且那黄皮子按理来说也不算人，盯上他的很多。意思除了那黄皮子外，还有其他的东西也盯上了自己。是那胡子鬼和小翠。”张铁柱心里快速琢磨。 但根本琢磨不透。五婆，刚刚屋子里的事，张铁柱问道。他想知道刚刚五婆是和什么东西在斗法。一只小鬼罢了，道恒还不错。五婆开口说道：“小鬼就那么厉害了？”这是张铁柱心中的第一疑惑。这小鬼是从哪来的？为什么跟着我？他是要害死我吗？张铁柱又问道。其实他还想问问，这小鬼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？毕竟他懂得太少了。其中一些小鬼是被派来的，到底什么用意，我也不清楚。 五婆缓缓摇头，那我怎么办？张铁柱又急问道。你，孩儿啊，你先找个。噼啪，轰！五婆刚要开口，但这时屋子里的窗户却突然碎了。第二十八章鬼出租。窗户碎了，连带着玻璃碎了一地。五婆家虽然很破旧，但窗户还不至于被风吹碎。窗户碎了的同时，邻居家的狗吠声更加响亮了，甚至都快将狗喉咙给喊破了。我的妈呀！刘大成面色狂变，这家伙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 张铁柱站了起来，身子止不住的发抖。敢砸了我老太婆的屋子，我和你拼了！五婆恶狠狠地咬牙，老太太气愤不已。她拿起一旁的铁盒子，直接冲了过去，口中念念叨叨，不断扔出烟丝，噼啪噼啪，烟丝扔在空气中，发出尖锐刺耳的响声，并且和刚刚不同，现在还发出了一阵阵的鬼哭狼嚎之声。没了窗户，外面的冷风呼呼往里吹，并且这冷风还透露着邪性，有刺骨的寒意掺杂在里面。张铁柱很想去帮忙。 但他什么本事都不会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。张铁柱心里气愤不已，他一个大老爷们，竟然让个老太太帮他出头，对于张铁柱来说，这是耻辱。大胆，我们跑吧！刘大成急忙站了起来，拉着张铁柱就要跑。滚，要跑你跑！张铁柱骂道。他狠狠一咬牙，冲到了五婆身边。五婆，有什么我能帮你的？张铁柱这一刻没了恐惧，他现在就想灭了这脏东西。欺人太甚啊！滚，别烦我！谁知。 五婆不光没领张铁柱的好意，反而对他破口大骂。张铁柱，张铁柱愣神了足足三秒，他才反应了过来。而此时，五婆已经手持铁盒子杀到屋子里的其他地方，屋里各处都传出鬼哭狼嚎之声，甚人非常。但看这架势，如今是五婆占据上风。但张铁柱也担心啊，老太太毕竟岁数大了，怕她挺不住。但五婆这一刻犹若神仙附体，打的那是相当猛。没一会后，屋子里的阴风便没了动静，五婆也停手了，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。 老太太累得不轻，五婆解决了。张铁柱问道：“刘大成身子还颤颤巍巍，止不住的发抖。”嗯，五婆缓缓点头，一脸高深莫测的样子。那这，张铁柱刚要开口，砰！而这时，五婆家的院子门突然就倒塌了，没了窗户阻隔，几人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院子的大门凭空就塌了。奶奶个腿的，来了个更凶的！五婆急得跳脚，老太太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。五婆怎么办？ 张铁柱急声问道：“你们先离开，别碍我事，明天这时候再过来。”五婆大喊一声：“啊！”张铁柱愣了下，五婆现在也来不及搭理他，急忙跑到柜子里翻找家伙事。快走！五婆见两人没动弹，她急声催促。刘大成这时也跑到张铁柱旁边，拉着他就要往外跑，但张铁柱不肯啊！五婆因为他的事，所以陷入了危险里，他怎么能就这么离开？先走去找救兵，咱俩留下也没用。刘大成急声道：“我。” 我，五婆，你保重。张铁柱留下句话，他便和刘大成跑了。刘大成说的对，他留下有什么用？不拖后腿就不错了。两人从五婆家屋子跑了出来，身后不断有五婆的叫怒骂声传出，可以听出五婆和脏东西斗得十分激烈。走，去找老王头来帮忙。张铁柱大喊一声，两人迈步奔跑。这种事报警肯定是没用的，警察来了，没准还会将他们当精神病给抓起来。他们两人身上都没手机。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老王头家的电话是多少号，现在他们只能硬着头皮跑，尽快跑到老王头家里去，把老王头叫来帮忙。两人跑得气喘吁吁，没一会后便跑到了路边。他们想打车，但路边一辆出租车都没有。坏了！张铁柱急得跺脚。喇叭沟这里太偏僻了，一般情况下根本没出租车会过来。这里距离老王头家也得十多里地，他们如果靠腿赶路，得跑到什么时候？边走边拦车，刘大成建议道：“好。” 两人从喇叭沟奔小镇跑去，冬天穿的厚，这种偏僻的地方路上还有积雪，别说是跑了，就连走路都费劲。两人玩命奔着小镇赶去，尤其是张铁柱，他心急如焚。如果五婆真因为他出点什么事，他一辈子都会良心难安。他虽然为人很浑，但却极重感情。两人跑了将近半个小时，终于见到了一辆出租车从两人前方缓缓驶来。这辆出租车颜色有些古怪，是红色的。张铁柱和刘大成两人之前从没见过这种颜色的出租车。 小镇的出租车都是黄色或者蓝色的，怎么会有红色？停车！但现在两人也来不及多想，急忙拦下出租车。有车赶路总比用腿强吧？出租车缓缓停下，张铁柱和刘大成急忙上了车。师傅，去北山！张铁柱急忙喊道。北山，好。司机是个穿红衣服的中年男人，他口中发出沙哑的声音。车辆缓缓启动，两人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刚刚跑了一段距离，他们累得都不轻。但紧接着。 两人便发现了不对劲，因为这车没掉头，直接行驶了出去。这根本不是奔小镇的方向，而是奔着喇叭沟的方向。师傅，错了，路错了，是五道沟，回镇上！刘大成大喊。张铁柱没吭声，心里感到不妙。呵呵呵，路没错，从这边走也是一样。司机冷笑，缓缓说道。他的声音十分沙哑低沉，虽然是在笑，但却让人毛骨悚然。你停车！张铁柱大喊，他知道出事了。 弄不好这司机都不是人，这停车，我们不坐了。刘大成也发现了不对劲，急声大叫。但可惜了，那司机一点停车的意思都没有，车辆还在继续前行。张铁柱急了，想去抢方向盘，但根本没用，他甚至推不动司机一下子。第二十九章跳轨车，你停车停车呀，我们不坐了，快点停车！张铁柱和刘大成都急了，他们两用力推搡着司机，但根本没用，司机纹丝未动，脸上还始终挂着诡异的微笑。 张铁柱坐在副驾驶，情急之下，他直接去抢方向盘。抢方向盘这是非常危险的事，但现在张铁柱觉得如果留在车上更危险。但诡异的是，张铁柱碰到方向盘后，他的双手像是摸到了烧红了的烙铁一样，烫得他滋哇乱叫。刘大成也急啊，莫名其妙上了辆不知是什么的车，谁心里能不慌？他坐在后排，直接用拳头去砸司机的脑袋。他和张铁柱一样，情急之下都打算拿命去搏了。砰！但拳头打在脑袋上之后，却跟砸在铁板上一样。 疼的刘大成也乱叫了起来，呵呵呵，别挣扎了，没用的。这时，司机开口了，他脸上那诡异的笑容仍在。谁都知道这家伙肯定不是人。你你想干什么？放我们下去！张铁柱咬牙说道。刚刚是你们拦下的车，我为什么要放你们下去？司机还在不紧不慢的开着，他们距离五道沟越来越远。你，你想送我们去啊？张铁柱怒吼道。他扣动车的内拉手，疯狂的拉，但一点反应都没有。 张铁柱急的，甚至去敲打车窗，但也没用。他和刘大成被死死困在车上了。呵呵呵，没用的，别挣扎了，凭你们是下不了车的。司机继续冷笑：“放了我们吧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”刘大成急忙大喊，他身子直颤，心里后悔不已。早知道就不跟张铁柱来了，在五婆家被吓得够呛，结果出来了，打辆出租车还能发生这种事。司机没吭声，一点没有搭理刘大成的意思。车辆继续行驶。 张铁柱和刘大成现在属于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眼看着车辆驶过了喇叭沟，还要继续前行。张铁柱心急如焚，走前就应该和老王头要点黄符的。张铁柱心里懊悔不已。和黄皮子在梦里时，他从黄皮子口中知道，他从老王头家里偷拿出的黄符有起运符、聚财符、桃花符。那么老王头肯定有克制邪祟的符录他后悔啊，因为菜刀的事，所以将这个给忘了。对了，忽然张铁柱眼前一亮。 黄符的确没有了，但香炉灰还剩点啊。他用香炉灰洋黄皮子没用，但不代表对付不了这司机吧？虽然张铁柱不知道这司机是什么来路，但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他总不能指望这司机载着他溜一圈，再给他平平安安送回镇子去吧？张铁柱两手插兜，香炉灰他是洋黄皮子用了很多，但两边裤兜里还剩不少。张铁柱双手各自捏了一小把，这是剩余全部的香炉灰了。他狠狠一咬牙，猛地将双手中的香炉灰扔向了司机脸上，噼啪！啊！ 被香炉灰扬在了脸上，司机当场惨叫了起来，他的面孔开始腐烂，冒出了白脓，十分的恶心，并且还伴随着沙沙的声音。司机刚刚一直在开车，根本没将张铁柱当回事，估计这家伙之前怎么也没想到张铁柱会有手段能伤到他。张铁柱见到司机脸上这一幕，他差点吐出来。刘大成通过后视镜也看见了司机的脸，吓得他脸色煞白：“你该死！”司机疼的双手捂住了脸，口中发出惨厉的怒吼声。有效果，这是好事，但张铁柱并不乐观。 因为他没香炉灰了，刚刚那是最后的手段。大胆，干他！刘大成突然大吼一声，他自然看出来了，是张大胆刚刚扬出去的灰有效果，但张铁柱根本没累他，马上去拽拉手，咯嘣，副驾驶的车门被打开了，跑！张铁柱扭头对刘大成怒吼：“啊！”刘大成愣神了一秒，才回过神来，知道张铁柱肯定是没办法了。两人认识多年，彼此非常熟悉，张铁柱这家伙记仇，如果还有那种灰，肯定还会接着扬。 刘大成也急忙拉开了右侧车门，车辆还在行驶中。张铁柱和刘大成靠近了车门旁，谁都没敢先跳下去。跳车是需要勇气的，而且非常的危险，一个跳不好摔死了都有可能。休想跑！司机大声咆哮，他扑向了一旁的张铁柱，抓住了张铁柱的左臂。张铁柱大惊，扭头看去，从司机脸上现在都能看见白骨了，冒着白浓，配合上脸骨，实在是太恶心了。去你妈的！张铁柱用力一蹬。 一脚抬起，踹在了司机脑袋上。似乎是因为香炉灰的作用，这司机竟然被踢动了。这原本也是件该高兴的事，但张铁柱一脚把这司机的脑袋给踢掉了。踢掉就踢掉了，那司机的手却没松开，腐烂且露着白骨的脑袋在那里冷冷注视着张铁柱。卧槽！张铁柱哪怕胆子再大，这一刻他也挺不住了，狠狠一咬牙，直接从副驾驶跳了下去。刘大成见状，也狠狠一咬牙，跟着跳了下去。留车上那不是等死呢吗？ 扑通扑通，两人重重摔在了路边，疼的两人哎呦直叫。不过好在现在是冬天，这又是条偏僻的路，两人跳进了积雪里。冬天穿的厚实，没摔出什么重伤来。张铁柱和刘大成咬牙站了起来，他们惊魂未定，还担心有危险。现在好不容易下了车，哪怕受了伤、崴了脚，也得赶紧跑。没了车呢？但两人抬头之后发现，刚刚那辆红色的出租车没了，消失不见了。两人对视一眼。 都打了个寒战，天色渐渐黑了，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。东北的冬天，天色一旦变暗，用不了几分钟就会彻底黑天。两人踉跄地从积雪里爬了出来，看了看附近，他们可以确定地面上没有刚刚车辆行驶过的痕迹，那辆红色的出租车仿佛从没有出现过。鬼车第三十章分头行动。张铁柱和刘大成对视一眼，彼此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难以掩饰的震惊。如果不是身上有伤，并且位置发生了改变，他们甚至都有些怀疑。 是不是刚刚发生了幻觉？怎怎么办？刘大成颤颤巍巍的问道，嘴唇都止不住的颤抖起来。跑！张铁柱大叫一声。发生了这种事，还用寻思吗？肯定是跑啊！好，刘大成一口应下。两人奔着五道沟的方向跑去。两人很想努力快跑，但可惜了，他们刚刚跳车，或多或少都受了些轻伤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，速度一点也快不起来。同时，两人心惊不已，根本就平静不下来。 刚刚那一幕太惊悚了，他们什么时候见过如此恐怖的一幕？不过现在想回到五道沟谈何容易？喇叭沟距离五道沟的距离就是十多里地，现在他们莫名其妙被鬼出租送到了更远的地方，想回到五道沟喊救兵，还得先路过喇叭沟。天色渐渐暗了，路上的视野越来越差，偶尔有出租车驶过，张铁柱和刘大成也根本不敢拦车。刚刚就坐了辆鬼出租，鬼知道还会不会遇见什么可怕的事？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两人才艰难地走到了喇叭沟。 冬天雪地里，身上还有伤，他们的速度不算慢了。不行，黑子，照这样下去，咱俩想赶回镇上，起码还得两个小时。到时候再回来，我怕来不及。张铁柱看向喇叭沟里的方向，说道：“那，那你什么意思？”刘大成颤声问道。“我想去看看五婆。”张铁柱说道。他心中不安，担心五婆出事了。老太太毕竟是因为他才牵扯到这件事里，所以张铁柱想去看看。你，这你去了也帮不上忙啊。 刘大成开口劝阻，他现在还心有余悸。五婆最后让他们离开，独自对付那个更猛的，肯定不比刚刚见到的鬼出租上的司机差。现在又是黑天，脏东西的本事会大增，那也得看看。张铁柱咬牙说道：“回去叫救兵，你自己就够了。我过去看看五婆怎么样了。”这，我我怕呀，怕个锤子！赶紧去！张铁柱催促道，然后他一瘸一拐奔着喇叭沟里面走去。刘大成呆愣在原地，狠狠一咬牙。 奔着镇子方向走去，他也算是倒霉，竟然被牵扯到这种破事里。但现在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，跟着张铁住进喇叭沟，还是去找救兵，其实他都很怕。但相比之下，还是走回小镇更靠谱些，安全系数更高一些。张铁柱奔着五婆家走去，他很想走快些，但腿脚并不听使唤，走起来颇为困难。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张铁柱的心便卡在了嗓子眼，他十分担心自己到了五婆家会看见自己最怕见到的一幕发生。 喇叭沟里的住户人不多，这里更是没有路灯，张铁柱只能靠家家户户靠窗传出来的灯光取亮，并且在夜里附近时刻还有犬吠声传出，黑灯瞎火，野狗的危险其实很大。这种偏僻地方经常会有人被野狗袭击，甚至几年前还有被野狗咬死的事发生过。张铁柱胆子足，他以前根本不怕这些，但现在却心慌的厉害。没用多久，张铁柱到了五婆家门口，他深吸口气，迈步走了进去。五婆家的院门已经倒塌了，来这里根本不用敲门。 附近十分寂静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五婆家里没开灯，里面漆黑一片。碎了的窗户也是她走时那样。张铁柱心里不好的预感更浓了。五婆，别出事啊！张铁柱小声嘀咕，他心里怕得不行，不过还是壮着胆子走了过去。不过他没敢太冲动。五婆的本事不弱，如果连他都对付不了那脏东西，他就自己的话八成也就凉了。甚至如今张铁柱都不清楚到底是谁要害他，他也没时间好好冷静思考一下。黄皮子。 李长蠢家的胡子鬼和小翠，还是其他？张铁柱靠近了五婆家窗户口，他顺着目光往里看，里面漆黑一片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张铁柱走到门边，心惊肉跳的将屋门拉开。之前过来，屋里是一股子酸菜味，但这次不是，是一股浓烈的血腥气。要知道，五婆家的窗户可碎了，冬天里没有窗户，屋里就算有什么味道，估计也都散没了。但这血腥气势，张铁柱心里又急又怕，那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。五婆，五婆。 张铁柱走进了屋子里，小声喊道：“屋子里太黑了，伸手不见五指。”张铁柱想找灯泡的开关，但他根本不知道在哪。五婆家并不小，只是过于简陋而已。在外面微弱的月光下，张铁柱看见地面上碎了一地的锅碗瓢盆，甚至破柜子和他下午刚刚坐过的破圆凳也都碎了。见到这一幕，张铁柱更加心慌，他甚至有了后悔又回来的念头。但这念头只是刚升起，便被张铁柱给压了下去。五婆是为了帮他才会如此的，他怎么能忘恩负义？ 张铁柱为人最大的优点便是讲义气。五婆，你在不在？张铁柱一边小声喊着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往里走。如今来看，那脏东西不在了，可五婆呢？似乎也不在了。两人去了哪里？五婆那么大岁数了，腿脚都不好，她又能去啊？想到这些，张铁柱脑子就很乱。他每走一步都要试探一下，才敢落地，甚至连屋门他也没关。一是因为逃跑方便，二是可以让外面的月光照进屋子里。五婆，你在不？ 张铁柱过了走廊，直接去了里屋，但那里也没有见到五婆。他小心翼翼在屋子里看了一圈，五婆人不在，地面上有些嫣红的血迹。张铁柱心更慌了，他吐了口气，决定先离开。张铁柱出了屋子，他走得很快，起码比进来时快得多。没办法，心里怕呀，心里想着要不要先去报警。毕竟如果五婆真的在家里出事了，这件事早晚也得通知警察。如果不通知的话，之后出现了意外，甚至会惹麻烦到他的头上。刚走到院门口前。 外面忽然有一道漆黑的人影出现，站在了张铁柱面前。啊！张铁柱被吓了一跳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“你鬼叫什么？”那人影没好气的说道。这个声音是五婆。